好，报告委员会。我们这个礼拜一、三、四是一次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议程是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我们现在继续进行询答及审查。那首先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有何新春委员，还有许志杰委员，还有李立芬委员。那我们也欢迎我们谢主委哈，欢迎哈，谢谢大家。那我们这次质询时间一直变来变去，从20分钟到现在，今天要不要20分钟？要吗？许志杰委员，看主席的意思啊。你很喜欢超时啊，所以我要问。好了，那我们今天审预算为主，每一位出席委员8+2，好不好？列席委员6分钟。那我们质询完以后，我们休息10分钟，布置场地，再继续审预算，好不好？我们现在欢迎许志杰委员，好。你可以讲20分钟，没问题。这期主席大家好，我们请主委。许委员早。主委早哈。主委，其实我一直很担心，我一直每天都在想。这个核123除役之后，到底台湾要怎么办？啊，然后呢，电要从何而来？啊，核废料到底要跑去哪里？啊，事实上这个都是很长远的问题。啊，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原能会应该是处理核能核废的最高的专家嘛，对不对？好，所以应该原能会要有一些方法。是。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经济原能会对经济部跟台电到底角色是什么？啊，那他的状况，现在我们有要求说他们要找地方的最后处置厂嘛，对不对？啊，那我不知道主委现在你自己有没有想法，说到底要放哪里？我现在回答吗？现在回答。好。第一个，我将刚才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答，不是，刚才我以为你要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以后我再回答嘛。好，我是先想一想，看你要怎么回答。我先针对刚才徐委员刚才一开始的这个破题这件事情呢、啊，所谈到的说你很担心，那事实上我也很担心。啊，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当然很担心。OK， 啊，我特别强调一下，原能会呢是全民的原能会，所以说呢。全民的身家性命呢？坦白讲，是我念之在兹的啊！我特别要啊，所以我几乎是24小时 on call， 跟24小时呢，我都 keep alert。OK， 好，那现在就回答你的相关问题。坦白讲，有关现在地方要放哪里，你有没有概念的？我们当然有概念，但是问题这个是因为是全民的原能会，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还是要让全民基本上呢能够大家。很乐意的接受。我先问你啊，你看台电哈、啊，现在就是说，对台电跟经济部，他现在我们一直没处，他一直没处理好，对不对？那我们的动作是什么？去函、罚钱。啊，那他好几次了、啊，你看了、啊、下一页哈、啊，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就是给他一个，就是希望他要沟通，要沟通。那你意思说他完全都没有做，所以他沟通到最后，他告诉你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也很坦白了哈，伊嘛唔知边个走了。啊，叫伊唔知边个走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变成罚钱，他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就罚钱。好。我在这边是不是能够如果你已经有负案，好，如果你知道怎么做，如果他们一直你建议他都不做，因为我还是强调哈，因为我们是依法行政，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们是监督管制机构。我知道了，现在就是说哈，那如果我坦白讲啊哈，我觉得我替他们叫屈了哈。你是替经济部叫台电叫屈吗？还是替我们叫屈？应该替我们叫屈。替你们叫屈，你们是罚人家钱的，然后我要替你叫屈。如果
我今天讲实在话，核废料你们是最专家。谢谢谢谢。那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们叫人家处理，那他比你还不是专家，其实他一定是更不会处理嘛。所以我现在问你说，现在怎么处理？你会不会处理？你要怎么处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其实，我想委员大概也知道啊。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替代方案嘛，我想委员知道吧？有一个替代方案。那这个替代方案是这个是基本上呢，是在刚才您所提的这些相关的这一部分，套句英文来讲的话，它是 bottom line。那换句话说呢，它是一个底线。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基本上，可是现在时辰都还没有到嘛，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是依法行政，我们去函都有给他时间嘛，那这个时间他并没有。那至于说你刚才所谈到、这个，你有教他说你要怎么做吗？有没有？还是说我没有没有？基本上我没有告诉他在什么时间里面，他有按照一个时辰表，他都有定义相关的时辰。那这个时辰表是，那他在什么时间他应该完成什么样的工作？那你的意思说他是摆烂喽？反正你怎么去函给我都。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最后就告诉你无能为力，那这是他摆烂是不是？他有没有请教过原能会？没有，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九月已经发函给他，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要看。对啊，所以他有没有请教你们要怎么做？那这个坦白说哈，我还是强调哈，我们是你们是监督管制机构，监督管制，照理讲我们不能够下指导，我们不能够下指导期说要让他做什么事。那基本上呢，我们只是他提出来那个东西，我们要经过审查嘛，审查是不是合？主委，我就听了，我就觉得哈，我其实是很难过了哈。我说怎么这样子搞呢？他都不懂，然后他就告诉你有人为例啊，你说我就只有监督啊，我不能下指导期。啊，这个事情就卡着，反正我就是去函跟花钱，啊，你就是在那边摆烂，啊，难道两个单位就这样子就好了吗？我在这地方报告这个委员、啊。你们有时候行政沟通了哈，是，你们也不见得是下指导期了，好，两个单位总是讨论一下嘛。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们不能够求援兼裁判嘛，不是，这是我们一再强调了。因为我下了指导期以后，这个将来就变成是我们想要这样做。可是我要去监督他的话、哦，那我怎么监督呢？我就无法监督了。啊，他也不曾问过你说要怎么做。不会的，因为也不会问。我基本上不曾问，因为他就只是摆烂，是不是这样？不是这么说。不怎么说呢？这都不，已经告诉你无能为力了，不是摆烂是什么？我不清楚。今天如果他是无能为力，他是摆烂，你罚他钱，我觉得那你是活该嘛。今天你如果愿意问，人家不告诉你，专家不告诉你，这专家也要检讨吧？没有，基本上现在目前都按照我们的时程在走嘛。那九月份以后，基本上他们已经向经济部提出相关的一些报告。我实在是哈，诸位，我是建议了，我们蔡英文总统说他是最会沟通的政府。政府跟政府之间总是要沟通啊，他怎么不会沟通呢？我们你也不见得是下指导题，你两个书底下开杠，安尼跟我算下指导，你该加一个，跟我要紧。这一点我特别强调一下，你说私底下这个开杠啊或沟通，那当然是有嘛，那不然我们平常业务来往，所以他现在那当然是有，还是无能为力吗？我不认为他是无能为力啊，他现在目前还是按照他的时程在做嘛。他公文回给你的就是无能为力。不是，他现在没有，基本上他在今年九月提出的可行性的评估报告给经济部，那经济部审查当中，据详细的状况我并不。哎，我只是最后一点哈，我直接看最后一页了。我是希望说哈，我们能够发挥幕僚及顾问的专业价值啦，我们要当高级顾问，我们不是当低级顾问了。如果要发函跟罚钱，让我来当主委最好，不用你当主委了。就发函跟罚钱还不简单，这我都会做嘛。但是原能会，因为你们是专业嘛，你要教他嘛，好不好？秀妍，我能不能说明，那是我们的程序的步骤中间的一个，你在行政上不能直接教他，因为你是监督单位。他以朋友的角度私底下教他一下，或者是你们旁边物管局的人，或者是原能会任何一个人，就是去告诉他，你们要怎么做，总是有个方法、啊。有他们现在是在做嘛？还按照我们预定的行那个时程，他现在已经有在做了，他是在做，已经有进步了。他九月底已经不再是没有能力、
无能为力，不是像公文所说的那样子了，是不是？我只能这样讲了哈，我认为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他们有在做，那站在我们那个立场，基本上呢，那他发那个公文不就是瞎子吗？还是扯屁？要不然怎么会发那个公文呢？我你也不懂他为什么会发这个公文，所以那是他的事。好了，那个主委，我是真的是肺腑之言啦，我至少了解，谢谢，谢谢。我们全国共同的事啦。那我刚才所讲的也是肺腑之言，我希望说，我目前所做的都完完全全是至少沟通一下啦，是是是是是。好，总之你看那个公文团网看了会吐血。基本上我们当然是有沟通的，就是说我们总是要用什么方法。好，他如果不懂，你教他。他如果不懂的主动来问你，如果又不好是一时主动去讲，你可以透过我去跟他讲，总是要问嘛，这做事情不懂的就问，那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这样子？我还是强调，因为我再强调一次来，诸位，他如果都不懂的问你，他如果不知道怎么做，你告诉我，我去告诉他，但是你要有方法。让我请他来的时候，就是我透过我请他来，那你还可以教他，是是是，至少可以做出有一点具体的作为的事情。我听到了，谢谢。这样有机会吗？这样可以吗？是是是，可以可以。好，谢谢。我希望说下次多你们彼此有共识，有具体的作为，不要只是都是看这个公文，就我没有能力，笑死人，好不好？那你当一个专，让我们原能会当一个高级顾问，真的是用技术、用专业去指导他，这样好不好？基本上我们是尽量做到高级顾问。我们的确，我们是个顾问啊，但是我们尽量做到你所说的高级顾问，谢谢。好不好？好，一定要做到，不是尽量做到。你们本来就是专业的啦，对不对？是是是，谢谢。一定要做到高级顾问嘛，好不好？是是。好，好，谢谢。表现很好。谢谢。对，很好。来，我们接请李立芬委员。李委员最准时的，你看是啊，你参考一次，你参考一次。谢谢主席，麻烦请主委。主委请。主委好。委员好。主委上次来立法院做业务报告的时候，我就提过，跟主委提过性别方面的问题。那最主要是我看到我们原能会在104年推动性别主流化报告，然后这当中是把医疗辐射的铺路品质保证作业当成最主要的业务。好，那我的理解，这个业务其实是在进行机器，就是这些摄影巡回车的维修跟保养。那他要跟性别说有没有关系？应该还是有啦，哈，还是有啦，哈。所以我确实也去查了相关的一个资料。那我发现说，其实我们行政院有一项是只要是我们各部会有中长程个案计划，都要做就是它有一个计划表，叫做中长程个案计划性别影响评估检视表。好，所以只要是各部会的计划，其实都要做性别的影响评估。那我想请问主委哦，你知道你们这个计划有没有做这个性别影响评估？只要新的计划都有，有没有做性别？应该是有新的计划都有。有吗？哈，嗯，没错，确实有做过。因为是行政院规定，他的行政院的这个。所以我们维能会有很遵守规定，是的，有做哈。那这个计划就是强化辐射安全跟辐射医疗品质技术之研究嘛，好，是这一项。那我看到我们在影响评估上面有提到说，我们这项计划是要借由提高乳房 X 光摄影的品质来提高接受乳房 X 光筛检的人数，进而促进女性健康。好，我们是设定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会觉得这样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也非常的赞同。应该的。好，那只是我再往下看呢，我看到有一段很疑惑哈，就是里面有写到说，如果能够提升癌症筛检与治疗之装备技术及品质，当可有利于推动马英九总统的全力推动医疗观光政策，以台湾精进之癌症筛检与技术治疗技术为号召，发展
医疗观光产业，这个放在我们性别影响评估里面不妥，而且我也不知道说我们原能会现在要发展那个不妥医疗观光吗？很抱歉，这个我您刚刚讲我知道了 ，OK， 我们应该把它拿掉，应该拿掉了，是，谢谢，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是在我们大计划里面的一个计划，是我们在填写资料，我们就把它写进去了，是，好，应该拿掉，应该拿掉了，而且是，好。谢谢主委哈。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预期效应里面有写到，未来如果乳房 X 光摄影筛检之接受人数增加，可使300余万妇女因此计划而降低的乳腺剂量，并得到最佳的影像，利于医生做出最正确的一个诊断。那我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去降低照射 X 光的副作用，然后同时来强化检查的效果。那我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目前在台湾，我们乳癌的高峰期是发生在45岁到69岁的妇女身上。那这一个年龄层的妇女，大概就是300多万到400多万，就是你们写的那个目标哈。那所以如果可以好好的去推动，确实这些妇女都可以受惠。可是我看到我们自己在成果这边有写到说，其实在102年，大概只有68.8万人次，哈，有做这样一个筛检，哈，所以大概三乘六。那我看到主计处的资料是写到102、103，接受筛检大概是149.8万人次，所以大概也是38%。这个跟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所有的妇女可以来进行这种乳房筛检，我们现在的比例不到40%哈。所以我不知道说，主委你认为说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当然是的。对，那这个业务其实真正在执行的应该是卫福部嘛？卫福部，对，是的。对，好，那其实我知道是卫福部在执行，只是我们怎么跟我们原能会这边的业务能够连接在一起？是。因为你们有提到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这样的一个对机器，这样一个摄影那个机器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维护，它是可以来让我们妇女接受这样一个 X 光筛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减低那个相关的一个副作用。可是因为我们的写法，我都念起来都觉得很难念，什么乳腺剂量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可以改进。所以我们是不是，我这边想到部分是说，我们能不能跟卫福部合作，我们要让我们的妇女同胞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其实进行这样一个筛检其实是很健康 的很好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的一个副作用，然后来鼓励我们的妇女来踊跃的来参加筛检，这样可以吗？可以。所以我要请我们原能会正主动来跟卫福部来沟通。是，没问题。好，谢谢。那再来呢，我看到我们这个计划哈，其实这是一个4年期的计划，然后大概是9000万嘛，那其实也是金额是还蛮大的哈。那我只是一直在帮我们原能会想说，其实我们怎样去凸显我们在性别这个部分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哈。那我也看到我们那个行政院性评处也会希望我们在这个的成效这个部分能够更加具体一点哈。所以我这边也我想要给诸位一个建议，就是说，那我们原能会能不能来定一个，就是维护妇女健康的一个明确指标？就是经过我们做过这些努力，其实我们可以达到维护妇女健康的哪些很明确的事项？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它就会看起来让我们在这个性别的业务这个部分更加的一个明确。基本上那个指标哈，好像是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吧？对。那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了哈，然后可以跟他们合作，我们提供的相关的协助啊，那然后尽量，希望他能够尽量能够把相关的这个指标定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定的还是可能还是要，由他们来定。我觉得你们可以跟卫福部讨论，可是这个部分我会希望你们更，聚焦在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到底促进了妇女哪些健康。是。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原能会应该还是有自己的相关一个指标。是。好，那另外我看到性平处这边有建议，就是说，其实
我们的计划里面应该在预防跟消除性别隔离的这些具体做法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做法，包括说在办理训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在课程的当中融入性别的观念，然后提升这些从事这些机器操作还是整个流程的相关的人员，让他们更有性别的意识，然后能够来营造一个性别友善的医疗环境。那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我们原能会可以很快可以去做到的部分，所以也希望主委能够去推动。好，好，那除此之外，其实我看到就是说以我们那个原能会的相关的业务来讲，其实绝对不会只有乳癌的防治。是的，其实它会跟有一些计划其实是跟医疗跟健康相关的计划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这边要举的就是说例如那个游离辐射防护、正子造影剂、3D 放射造影椅等等的，其实它其实也都跟妇女的健康很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会希望说我们未来是不是也都可以做性别的分析。是的是的，好，主委都一直没有同意答应，基本不是这个是我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我绝对答应可以做得到的，没有问题的，是 okay, 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好，那不好意思，我在这边一直问主委性别方面的议题哈。那我也知道说，可能我们原能会的业务不，它不是那么的相关啦。然后我们的，没有问题，没有。其实我们是全民的原能会，我们是全民的原能会，所以是。好，全民的原能会哈。好，然后我也知道说，你们的那个主要的人员也是。男女的比例也是2.3:1啦，男生比较多的哈。可是哈，我在看预算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你们有一个业务，其实跟性别平等非常非常有关系，可是完全没有写进去。我不知道说主委你知道哪一项业务吗？其实我在预算提案里面有提到了，已经写题了，所以有没有工作同仁来帮忙？他们知道。Win Global 的计划。哪一个 ？Win Global 的计划。就是 Win Global 的计划，对，就是你们有参加，每年都有参加那个全球核能妇女会的这个活动嘛，哈。那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原能会里面的，我们原能会自己的网页都有写到说，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科学组织，那它的宗旨还包括要学习各国如何进行女性进入科技职场，取得工作与生活平衡，并获得应有的协助，以达到合理的升迁机会。所以其实这个业务是非常非常相关，可是在很可惜，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其实是没有提到的。我们去查几年前，其实在我们的性别主流化报告都没有列入这个业务。是，嘿，我们可能把它看成就是我们完全是两性平权的，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去做了。OK， 包括你看我们的副主委基本上也是女性同胞。OK， 其实我也是很赞同，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是做的很自然的，我们并不是刻意要去做，我们就是从来就是两性平权的。其实我这边还是要肯定我们原能会，是说我看到我们去。派代表去参加这些会议，这个会议的开会，其实我们都是派职等较高的女性。是的。那确实这个是有性别培力的一个效果啦。好，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待会儿预算我会再提出来，然后我也会希望说。你帮我们增列吗？谢谢。会希望我们未来这个报告一定要放在性别报告里面。会的，会的，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主委。我们接着请何新存委员，谢谢。金妞。谢谢主席，大家早，我们请主委，谢主委。何特招委总。主委好，我们真的很想帮你们增列啦，鼓励你们啦，可惜啊，立法委员只能删呐，只能动啊，不能增列。那就不用删，也不用动。等一下我们实质审预算的时候再来讨论了哦。不过哦，我想原能会除了跟性别有关系啊，我相信刚刚李立芬委员的质询真的是哦，对你们来讲，也许在原能会已经都性别平等了啦，所以你们不特别去凸显这个议题啊。的确是这样。不过呢，性别主流化哈，是不管在哪一个部门里面，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必须平等的一个价值啊。这第一点哦。第二点，我想原能会更需要去关心的哦，日本最近又地震了，哦，福岛那边7.几的地震，那呢，福岛的核电厂大家都很紧张，
好，尤其他们很担心海啸，所以我就来再问一下主委哦，对我们台湾三座核能发电厂啊，台湾也是在一个地震非常频繁的一个地带上面哦。那我们前几年一直要求台电针对三座核能电厂要增加什么？它的防震系数是要改善，对不对？是。再来，有关如果未来有一天复合式的一个灾。天灾对紧急断能，我们的那个海啸怎么预防？我们的什么要怎么预防？那现在进度怎么样哈、啊，主委？都有在走啊，都有在走。你讲的太笼统了，谁可以讲更那我讲细一点？这因为我这样讲，就是说详细的这一部分呢，我要请那个核管处那个张处长啊，她也是女性同胞，她也是女性同胞，是的，是她是非常卓越的女性科学家。嘿，好，谢谢李委啊。那在这部分的话，在耐震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在2013年6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它两串每一步机的两串安全提进路径全部都补强，而且补强都完成了。对这部分的。补强已经完成了，在它除役之前我们不用担心了，对，不用担心它停机，但是我们针对后续地震相关的资料，我们还是让它继续去把相关的这个调查结果送到国政中心目前举办的一个专家平台上再去检视，看后续有没有再需要。所以除了地震，好，那像这一次福岛他们又再次担心海啸会影响它的所有的辐射水会外泄，还好没有发生了哦。那我们如果台湾的三座核电厂碰到海啸怎么预防？现在有完成改善了吗？在海啸的部分，在福岛之后我们立即检视，就是之前原始这个设计基准是不是都符合，那当时有发现一些小缺失，那部分的水密都已经补强。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要求他们在这个防范水小缺失啊，我虽然称呼你是卓越的女性科学家但是我希望你要有强悍的一面来要求台电要改善、啊、有改善，有些确实。那另外在这个水密的这部分的话，我们要求它要在设计基准以上再提高6尺。那目前这个水密门的部分都在进行，有小部分也不能有一些水密的开口，因为它比较大，它在设计上面他们在招标上面比较困难的这部分目前正在积极的进行。那还要多久在你们的督导？我们希望是在按照时程今年底或者是明年能够把这个大型的开口。你最后把这个时程给我好不好？好，我们非常关心了、哦、如果呢，日本的福岛可以在上一个礼拜就发生这样子一个大地震，那我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了。当然是阿弥陀佛，希望没有了、哦、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危机应变的能力啊。对，另外，其实它在这个移动式的设备的部分，电源这面、水源他们都有在加强，所以这个救援的设备、移动设备都设在高处，所以有很多层的防护机制。所以在你的专业的督导之下。你觉得年底或是明年初可以完成改善啊？是不是？对，我目前的规划是这样。目前的规划，那要强力强悍的要求台电要做到。谢谢。不要再软趴趴，难怪那么多委员，包括我们那么多年以来都认为原能会啊是一个啊是一个纸老虎啊，惊台电惊到要死呀、啊。完全管不动，我们严格督导他们。刚刚许志杰学委的，就是帮你们叫屈啊，是不是？是是，谢谢他帮我们叫屈。基本上，新政府上来以后，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嘛，我过去我不管，未来就是如同我们刚才那个何兆伟所讲的，我们的确就是该怎么走，该怎么做就怎么走，该怎么做要态度要强硬、哦。是，我想你们的专业一定要拿出来、啊。希望你继续监督我们。态度要拿出来、啊。你每次都这样讲，我们每次就基本上就会跟。我一定每次都这样讲。我们因为我们过去非常不信任原能会。是，谢谢。第二个，原能会除了监督核安，那还有一个，你们在你们的。民生议题里面啊，刚刚李立芬讲很多哈，我也讲很多哈，但是另外一个，民生的辐射安全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在做？有，对不对？强化辐射安全。刚刚我提到你们有一个计划，你们在做这个嘛，对不对？你们也有辐射的监测中心，对不对？是的。好，那请告诉我，我们国内环境跟这个食品辐射的检测的背景值有没有？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有嘛，对不对？那我就要问你了，在你们的网站上面呢，哈，你们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背景值的这个检测资料的细节，通通没有公告吗？都有吗？没有啦，你们在上面只有说检测符合标准，符合标准。为什么会提到这一件事情？吴坤玉委员是我们第一名的部分区立委，他是食安的专家，他非常生气的告诉我，他最近跟你们要了这一项资料，你们不
给他，没给他，而且还亲自打电话给主秘哦。这件结果他拿到的还是一张纸，然后写符合标准，符合标准。如果我要看的话，我直接到你们网站就看得到了啊！我干嘛还你要你的资料？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也跟他一样非常关心我们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原来会我们相关的这个辐射的研究里面，到底对怎么样在能够应用在食品安全的一个维护上？那我们需要你们给我们一个专业的资源啊！为什么连资料都不能给？诸位，你知道这件事吗？何总，我最近知道哈，我先讲一下，我所知道的哈，我所知道的是，吴委员基本上是在5月11号向我们要求。那5月11号到现在你们还没给他？不，我们当时就给了，那我想详细的这个状况哈，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哈，而且我们刚才你说你当时就给了，那他到现在跟我讲说他拿到的就是一纸 A4 的纸，叫做符合标准。我想没有关系，你给他的资料，你再给我一份，是你再给我一份。那我也很想来了解清楚，说我们国内的环境的相关的这个辐射的一个背景值，还有这个整个，我们要学习嘛，你们是专业嘛，对不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民生的应用方面里面，可以来帮助政府来管制来。加强食品安全嘛，对不对？是。而且你们做的如果还不够好、不够多，学还是要求拿出你们的专业来做更好、做更多。是。是不是？好，我想这一块哈，我请我们那个负责中。好，我简单，我剩下30秒，你简单回应一下来。好，简单回应。是。跟我们报告，有关那个相关的、那個对，跟那答复这个委员资料在我手上，对，我待会就送给委员参考。好、啊，所以相关的检测方法数据在我送的是不是要我们要的？是。请问一下，你的资料里面有没有写到有关辐射剂量的检测、安全规范的订定、规制的调整，还有环境辐射的应变跟民众？我说应用层面嘛，不是帮助政府其他部门来管制食品安全，还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民众也要学习啊，他也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专业来做判断啊，对不对？你们对民众的这个宣导的方面有吗？没有。鲍委，因为委员问了4个问题，大概跟委员刚刚提的有一些出入了。没关系，他问他的问题资料给我，我现在问的是说，那在你的专业里面，我刚刚讲的有关辐射剂量的检测、我们安全规范的订定、还有规制的调整、环境辐射的应变，以及如何让民众对这个部分有认知，这个也是原能会可以做的，不是吗？运用你们的专业，能够。用于民生，我们有是不是？对，我们整个原能会对这个部分，比如说怎么让民众沟通，然后相关的这个法规规则，其实都有啊。其实都有。那你送一份给我，我来看一看，我来帮你检视一下，为什么很多的民众对这方面是不认识原能会原来有这一项业务内容跟功能呢？这民生的议题啊，我想最近很热门啊。是，这是我们一定要建立的、啊，不是只有在医疗方面我们才需要运用我们的专业、啊。是没错，我们在很多的民生方面都可以啊。所以原能会在这个部分的角色应该要更加重，是，可以吗？可以。好，那你一份书面报告给我、哦，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好，那接着最后了一点点时间了哈，主委，你知道你们。原能会很多的派遣能力吗？我每年都在讲这一件事情。有一些核研所比较多吧。有一些我讲有一些是那个本会的哈，原能会本会。那 你们每年都在告诉我们，因为等一下还会审预算呢、啊，还会谈到那个派遣能力的问题啦。每一年我都要求你们要去改善啦、啊，因为你们很多的派遣能力，事实上都已经实质在规会里面工作了很久，好多年了啦。啊，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嘛，对不对？是。那表示你们就需要这样子的人力，可是你们又不在编制里面正式给予员额啊，通通用派遣人力，而且呢。一般啊，我所认知的，我们在审各部会的预算的时候，我们审到派遣人力啊，通常都会是所谓的限制标啦、最有利标啦，哈，很少那个最低标的哈。你知道你们原能会是用最低标的吗？我已经事先 pass 给你们这个问题了。我们用最有利标啊，不是最低标。没有，来，我跟你讲。我们业务。你们有一笔，我们最近才发现的，很有趣的哈。你们呢、啊、哈，有公告了106年度的派遣人力的采购案呐、啊。你们用公开招标的最低标啦，那总个预算金额是3亿2961万。那是核研所吧？核研所不是原能会吗？
是的，是也是。是啊，我来，所长，我们招委说我可以多一点时间了。20分钟。哎，这个委员，我们是用最低标。对啊，为什么？你也解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其实那个条件蛮严苛的，虽然是最低标，它我们有很多的技术规格，因为我们用的很多是博士、硕士级的人才。那你们平均薪资给多少？硕士是45000左以上，新进的博士50000以上。那一般呢？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哦，没有一般。有也有一般，一般那3万多没有问题。一般都3万多吗？应该吧，3万多。对，我们没关系，你要讲正确哦。等一下，我们要实质审预算哦。我们会把详细资料给。我们现在看到了，你有很多的一个承揽能力呀、啊、哦。哦，对不起，承揽能力不太一样。承揽能力又不一样，那研发替代役也不一样，对不对？对，研发替代役不一样。研发替代役，它第一年是因为那个国家政策，它就是只能给那个一般服役的薪水。是，这个我知道，因为它是在服替代役营这边嘛，对不对？第二年就调上来。好，那个3亿多的那一笔。所用的那个派遣人力，等一下我们审预算的时候要说清楚，要说清楚，好不好？好，我很纳闷呐，哈，这些硕博士啊，哈，领45000，领5万多啊，哈，那做的是什么事？那为什么是用派遣人力，用最低标来招标，来公开招标？我觉得真的很纳闷。专业定的规格很好，那你等一下把那个专业定的规格的细节详细，等一下说明清楚，书面资料也给我，好不好？好，主委再拜托哦，是是是，我们台湾很怕地震哦，所以在做核能发电厂要除役之前啊，拜托。其实我够，你咪讲要二十分钟。好了，好，等一下再继续讲。好，谢谢。沈玉再让你讲。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接着请高路委员。高路委员，高路委员不在，我们请高军素梅委员。8+2。好，谢谢。他都可以20分钟。谢谢，谢谢这位，我们请主委。主委请。主委应该知道我要，应该知道我要问你什么哈。我在10月24号向您咨询的时候，邀请原能会要提供这个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厂选址小组的成员名单。我现在已经收到了你们给我的资料。那么不知道主委您看到经济部这样回文，您有什么感想？那基本上我在这里我要先说，在你还没说之前啊，我必须要严厉谴责一下我们的经济部啊。那同时，主委您知道您上任的时候您的宣誓是什么吗？严守中立，是，并且推动资讯公开透明的政策。我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说明是感到非常的认同的。可是对于经济部的回函，很显然跟主委您的立场是不同的。我想请问一下，未来原能会你对于经济部还有台电这样做法，你有什么具体的行为可以要求？先针对您提供这个名单这一部分哈，那基本上他答应我们跟他们发函过来的是不一致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只是先提供给高军委员的目的就是。就是等于说，我们在做一个我们的进度报，就是、进度报告而已。这不是 final， 这不是最后的。我们已经，我们又在跟他们强调，就是说，因为各自法的问题嘛，哈。那如果说是委员同意啊，公开的，那他的全名就应该要把它列出来，啊。那当初他答应我们是这样，可是他后来。呈现的是，跟我们所想象的是完全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在追啊、我了解你们有在追，所以也就是说，经济部的选址小组的第五届的委员就这么多人，然后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公开的。不是的，不是的，我所知道是应该有愿意公开的，有愿意公开的。对，所以说我们才又继续再继续发函，请他们再因为当初他跟我们私底下所讲，这就是我要回复到刚才那个徐志杰徐委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私底下有没有，我们私底下都有在沟通，可是问题私底下沟通的时候呢，他说跟他做，很可能就有这个误差。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以主委你要强硬起来，是好不好哈？你一定要做到您上任之前所讲的严守中立，推动资讯公开透明。我这是您到立法院来的公开宣誓，是的，所以你必须要严守。我讲过那句话，谢谢。我们希望你赶快。
赶快。那么至于对于您的这个方面哈，本席其实在今天有提了一个主决议，可是呢，刚刚招委告诉我是说主决议好像今天不能够再提了，必须要用党团。那么我会给您力量，好不好？我也希望在场的我们每一位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都能够联署这一份，这份就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为放射性业务中央主管机关，只要涉及放射性物料、放射性的废弃物以及其他依法主管的业务，其业务推动所需的组成者公众小组成员，在本决议通过以后，原子能委员会应该据以要求主办以及执行机关依政府资讯公开原则征得相关成员的同意公开名单之后才可以聘任之。我们要避免黑箱作业之嫌，是的。所以呢，今天本席提了这个主决议，谢谢，我也希望在场的我们的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能够一起联署，我也会用党团的名义来送到我们委员会，用党团里面，好不好？有了这个主决议，我相信就会给主委你很大的力量，是，谢谢。然后让您当时要进来这边所说的严守中立跟推动资讯公开透明，谢谢，给你更大的力气，是的，好吗？谢谢。好，我为什么在这边一直觉得这个必须要公开？因为这个有关于各个地方，尤其是原住民地区，是的，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原基法有公开，有条文公开明列，不能够把危险的物资放在原住民地区。所以你今天来的这些选址小组，如果没有依法处理的话，如果名单不公开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有没有依法处理呢？在里面我必须要再说明，里面有非常多的机关代表、环保团体、机关的代表，你不能够公开你名字，你算什么？躲在黑箱里面，你算什么？环保团体，你也进到这个选址小组，你不依法办理，你黑箱作业，你算什么环保团体？所以本席在这边要给主委您更多的力量，是是，也希望你把我今天在这边的说明也带到台电以及经济部，好不好？会的，会的。好，谢谢。另外，本席要请问您哈，对于这一次我们石安办公室，行政院的石安办公室，袁宁慧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应该是专业的幕僚嘛，对不对？那请问你们在石安会议上面提出了这个所谓的行政院的这个要开放辅导五县市的这样的专业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具体的作为？好，那我今天花点时间哈，我们今天有一些环保团体到辅导相关的县市，是的，测出了色非常严重的，然后居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居然有人说他们带的检测器不符标准，我不明白，难道要日本提出的数据才是标准的吗？我们自己国内专业的环保团体过去测的，居然有人说这个检测的东西是不标准的，不知道主委您的看法是什么？不，我的印象是应该不会这么说的啊，每一个仪器有每一个仪器它的一个 resolution 啊，它有它的鉴别度，它有它的 limitation，OK，okay？那么它在这个检测的时候呢，它有一定的 SOP 啊，那所以呢，我相信呢，我们以专业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应该不会提出您刚才所讲的这一块，不是你们说的吧？啊，我不清楚那些话是谁？那些话是谁告诉媒体的，或者是那些话是谁告诉行政院的所谓的实案办公室？那我想我先那个回复。我不明白哈，主委，我在这边跟你提出就教。我们实案办公室里面，我们的副执行长是农委会的副主委。是的。农委会的副主委居然代替你们到电视上去讲所谓的专业的问题，你不觉得这是人格分裂吗？农委会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方面扮演推动年轻人回乡去种安全的食物，提供给台湾的我们的所有的百姓，一方面又要进口日本的核灾食品，你不觉得我们农委会它是人格分裂吗？在电视上去讲这些食安的问题，
讲核能的问题，应该是您主委吧？怎么会派一个原能会那个农委会的副主委上去呢？然后进去谈专业的问题，谈经济的问题，谈 WTO 的问题，这是什么样一个混淆角色的问题啊？我们台湾的政府现在充斥着人格分裂跟混淆。所以我认为在所谓的核能上面，实案的问题绝对是您主委你应该扮演的角色嘛，不是吗？高俊伟，我能不能讲？好，您说。我先把我们的立场跟角色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所扮演的。行政院开会的时候有没有邀请你们去做幕僚，提供专业的知识？我们提供专业的，但是只是练习，因为我们只是练习而已，你们并不是主要的。因为有关食品是卫福部食药署，可是今天要进来的是福岛五县市的哦。就算即使是这样，目前他们所采用的标准也是叫做世界的，基本上世界的标准是 Codex。这 Codex actually 事实上是由什么？是由我们食药署它来订定的。我们只提供相关的检测。那食药署你提供那的主委，你提供了什么样这些辐射核能的危险的专业的知识给这些行政院办公室的人呢？譬如说他采用的仪器。他的采用的仪器，譬如说，像这一次，像这个方检，他们所去的，他们所采用的仪器，你觉得他拿的机器是不对的吗？不符合标准的吗？没有，我没有这么说。OK， 我没有这么讲。我刚才已经在第一时间。所以，本席希望主委您在这边正式的告诉那些放话的人，请你们不要这样子随意的乱讲话，不要说方检拿的机器是根本不合标准的，好像日本提供了资料我们就觉得是对的，我们自己的环保团体专业的人去拿的机器检测的是不对的，这样子的说法不可以这样说，对不对？诸位，厘清一下哈，日本所提出的资料对不对？基本上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原能会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个日本提供。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嘛，诸位，对不对？是的，是的，不能够日本说什么就是什么嘛。这点我特别强调，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一个那么软骨头的一个政府呢？我们到底是日本的殖民这个殖民国呢，还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自己的主权呢？ 是。所以诸位，本席在这边一再的要求你，连我们的台北的荣总的健检机构，是他们的网页都说追求零辐射，医疗机构的立场是这样，原民会你们应该要为民众控管风险呐、也就是说有任何辐射的危险的风险，我们都应该拒绝，不对吗？是。我在这边都很奇怪，我们难道一定要吃这福岛这五县市危险吗？尤其最近地震又这个那么厉害，又开始在震了，台湾如果不吃这些会死吗？应该不会吧，我们还是全世界第三大进口的呢，对日本，我们真的会对这个 WTO 这个谴责吗？不会嘛，因为就我知道，只要是能够对人体安全健康危害的，就不在 WTO 谈判之内嘛。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样子胡说八道呢？主委，你要硬起来，你是国人的健康的最主要的一个守护神。是，谢谢。可以吗？你可以在这边公开的跟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说，你一定会站在严守人民的健康上面把守，然后给这个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最好的一个这个当做一个最好的幕僚吗？针对这个辐射侦测检测的这些，我们会提供相关的协助，这个我没有问题。不是协助，你要硬起来，你要站在专业。原能会应该要扮演一个民众坚守最后的一道防线。我们有这个食药署，那我们只能够提供技术上的。食药署不见得对核能辐射是了解的。可是他对于最了解辐射核能的是主委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是台湾的最后一道防线。主委硬起来，加油，好不好？谢谢，谢谢您。我非常欣赏您的专业，是谢谢，也非常欣赏您当时要进来的时候，你讲的那一段话。我一直还是秉持，我到现在为止一直还是秉持这个理念，秉持着学者的风骨，秉持着专业的道德良知，是谢谢，为台湾民众做最后的一道防线。谢谢，主委，谢谢，好不好？谢谢。我们接着请孔文吉委员六分钟，好，六分钟，你弹性使用，好，你弹性使用，好。谢谢主席啊，那个可不可以请一下主委啊？主委请。那我时间只有六分钟啊，我。
主委啊，是刚才高金委员讲的确实很有道理啊。你这个时候应该要站在一个主管这个整个原子能委员会啊，这个应该要表示一个立场，特别是现在在立法院已经炒这么大的一个日本的福岛核灾食品的进口，那主委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表你的意见啊，你都没有表示一个立场。我已经讲那你是认为这个政策是对的啊，认为是说日本的这个核灾食品进口啊是对台湾有利的，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没有，我从来没有讲过哈，我今天所讲的跟我在两个礼拜前在这个上面所讲的是完全一样。我们的角色所扮演的就是针对的食药署或是渔业署他所提供的相关的sample呢，我们样本呢，我们做相关的这个食安的检测，食品的检测或是鱼品的检测，那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的咨询。对于这个，但是呢，核灾食品的这个，但是核灾食品是不是要进来，或是不进来？这个辐射的污染这个部分，你们可不可以提供协助？这一块当然是可以的。是啊，那这个是要你们要提出来，这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人的健康嘛？是，因为这个民进党到现在从520上台之后不做政事，也不搞，也不拼经济，就那个乱七八糟的本事特别大，特别是这个什么核灾食品这个进口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言论会的主委啊，你现在就应该表示立场，那这个政策呢，应该要建议我们行政院，建议这个总统府，这个政策呢要三思而后行。你像看立法院每天都在那边闹，那这个你们是最权威的单位啊。这个核灾食品，所以我们国民党团我们都是坚决的反对日本的核灾食品进口。是，你知道吗？那个记得几年前美国牛肉要进口的时候，当时民进党是怎么抗议的？霸占主席台，在那边夜宿七天呢，就是不让那个美国牛肉进口因为他是说那边有超过那个什么瘦肉精啊。后来是怎么解套的？不是我们去赶他们走或什么，最后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有一个 Codex 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瘦肉精的那个值没有超过十毫升嘛 PP 对PP 对，那是这样子来解套的，所以他们才退出的所以当时为了美国牛肉民进党是这样坚持抗议，可是今天呢换了政府就换了脑袋了那你坚决在教育委员会审那个非核加盐坚决要推动那个什么非核加盐然后呢这个反核电，可是呢却开放日本的福灾核岛食灾这个进口食品进口，我觉得这很矛盾所以我才会讲这个不做政事不拼经济，那乱七八糟的本事很大很多过去国民党不敢推动的到现在全部来推动特别是对日本这样的一个立场又非常的软所以这个我在这里是我表示这样的一个立场，特别是主委是您针对这个蓝乙蓝乙放射性废弃物蓝乙储存厂这个我觉得原子能委员会一点对台电的监督完全是丧失的一个立场，你知道吧？我在去年在教育委员会通过这个临时提案我把这个临时提案念一下。目前那个低放射性废弃物放置建议候选场址尚未明确迁移时程不明导致蓝乙储存厂核废料迁移时程延宕许久，台电公司要积极办理蓝乙储存厂的核废料的迁移，务必于今年105年。完成办理公投，召开公听会然后要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这个来办理他的进度跟时程。那这个原子能委员会呢，你要请监督台电公司要提出他的一个时程的检讨报告，然后再跟本委员会做专案报告。你们原子能委员会做到没有？针对的这一部分呢，有关在今年年底他们会提出一个相关的圈厂的一个时程相关的一个每年报告都是这样，所以我这个决议教育委员会的决议
简直就像一张废纸一样啊。那你们原子能委员会呢，也没有尽到监督的立场，所以我把这个交易委员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啊，我当场撕掉，所以一点用都没有。那原子能委员会在做什么呢？我在经济委员会台电的，我们三十省他们的预算，那这一笔哈，我也冻结。不，那个空员，我想基本上我们从今年我接了以后呢，基本上呢我们还是有在做嘛。那我们是依法行政呢，那基本上呢我们开始有罚款嘛，然后我们脱钩的脱钩了。那现在目前呢就开始就是替代方案也在规划，经济部已经还在审当中。那另外呢，我们在年底的这块罚款是为什么依据罚款？依什么罚款？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选址延宕。对，选址延宕，而且是在没有经过乡公所，他那个乡公所不同意把这个出租给台电了，已经是违反租约到期了，台电的厂还在那个地方。那这个部分有没有罚款？有没有罚款？这部分还没有。这个部分你们这一部分基本上不是我们的全责啊。对啊，他现在台电已经是违法租约了，已经逾期了。那蓝以乡亲也不同意，他还继续呢，因为你找不到一个，他也没办法迁厂。那我们现在蓝不过今年年底他们要提出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时程表跟那个迁厂的规划计划，在今年年底，就如同刚才你所提到那个去年。这个决议简直像一张废纸一样，所以我说我是建议真的要把蓝以乡亲的人命当成是一条命，有、哦、是当成是一条命。那上一次他们也来这边来提出一个诉求啊，当时我们国民党团也有接见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违反租约。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从我这个接任以后呢，基本上针对这一块啊，的确这将近这半年多来哈，基本上我们已经针对的蓝宇这一部分，的确是有在做。那我们现在也安排，我们就看年底他到底，那如果他年底还没有，我们基本上针对这个九月有关这个替代方案这一部分，我们就也要开始做执行。所以我一直在重点强调就是说，我们就有在动，有在做啊。那基本上，您刚刚所讲的要把这个蓝宇这个住民跟居民放在心上，我们的确是放在心上。好。谢谢。那个我希望主委在哈、哦、多努力了，好不好？好，谢谢。要监督到底了啊！原子能委员会有时候拿台电真的是没办法啊，应该你们是他的一个管理监督的一个单位，那你们真的要好好监督了，好不好？是啊，谢谢。好、啊，没有歧视吧？只有礼遇吧？我们主席最没有这个啊！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接着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请徐增卫委员，徐增卫委员，徐增卫委员不在，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六分钟，哇。有请主委。好，主委，谢谢。徐委员好。主委你好哈。同时我想请我们有这个辐射防护处的处长有来吗？有。还有这个辐射侦测中心的好主任哈。好，因为是这样的哈、今天有个新闻哈，我们有这个民间的环团哈。跑去这个福岛附近哈、来测这个稻田的这个土，发现有一些残留哈、那食药署这边是认为说，这个民间团体用的这个检测方法哈、太过简易了哈、那我了解哈、台湾其实食药署也没有，或是卫福部这边也没有仪器嘛哈、所有相关的都是要送到原委会这边来。对，原委会核验所。可以好啊，或者是辐射侦测中心。对，好，那是不是原委会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说民间团体所测出这些资讯，是夸大呢，还是
有一些帮助，还是从你们角度是怎么看？我想基本上站在原能会立场，我不认为它有夸大啊，因为它是现场实际量测的啊，我不认为的。那至于那个至于那仪器，它本身呢有它本身的这个限制嘛啊，还有它的就是 limitation 跟 resolution 就是鉴别度了。那当然使用不同的仪器，当然一定有不同的不稳定度。那基本上呢，我认为它的数字当然基本上是可以参考的，是可以参考的。是的，好，就说那我会想问，就说因为这边其实。你们两个单位在上次，就说从你们角度是可参考，那所以食药署讲说啊，这个是好像这个是太简易了，会不会太武断？从你们单位角度来看，我想食药署是不是应该，或是卫福部是不是应该考量这个？是这样子的哈，我想那个徐教授基本上也在从学界来，你都很清楚，基本上哈，我们通常 portable 的仪器哈，基本上比较形式上我们就讲它是简易嘛 ，easy handled， easy 容易处理，所以说它算是简易型的，的确是简易型的。所以说它在那讲到这一块，它在 resolution 这部分呢，它就比较啊，那另外它的 calibration 的部分呢，可能也可能比较简单。那我还是强调，这并不代表说它所测出来的数字是不可以参考的，是可以参考的。是的，因为毕竟数字只要不是它是到了假的话，它到了现场，对，它到了现场，是的。那当然，食药署这边讲说应该用这个存者侦测器了、啊。好，我们的理解这是非常庞大，是不可能拿到现地去的嘛，对不对？是的。那我们这样问好了，从专业角度，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到现地去测，我们有什么仪器可以用吗？我们会有比这些环团好更好的仪器可以带吗？坦白讲，我们这个也曾经想过了哈。那我在这边报告，当然这个答案并不见得是完全是让各位都满意。不过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可能要借用他们的仪器，就是借用日本他们已经经过认证的实验室的仪器可以做，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在就地在场做 sampling。然后带回台湾，带回台湾做，对对做。所以 ，OK， 真的要运过去，这个坦白讲， okay, 的确是。其实跟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有关哈。其实那时候我们有跨部会小组赴日去实地考察了，那我后来发现其实只是去做观察。那我们这边原能会这边有防护处的技证有去哈，那辐射侦测中心的组长有去，好，所以我们去只是做观察。那我们观察，我们到底在观察什么？因为他们的仪器，或是他们使用的标准，我们这边都可以认可吗？我想这一块哈，我想就请我们对我是不是就请我们两个 好，因为我发现哈，我拿到这个报告以后，发现他每个单位哈，好，他就说你们去的每个地方，他测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有的还是公司，就是这个食品公司自己在测的，好。比如说第十七页这边哈，这个是福岛未来农业协同组合哈，共选厂，它有两种检测方式，一个是送官方，一个是民间检测，好，然后它这个内池酿造株式会社，它是公司内部设有三寸的碘化钠侦测器，好，自主检测，好，然后它这边宇都宫水产加工食品厂。它是公司设有检测中心，然后超标的话才送去做这个折检侦测。就从你们专业角度，如果自己公司工厂自己测检测，好，当然，啊，可是这样会不会有球员兼裁判问题？就是说，除了他们用的仪器问题之外，这样的程序从你们角度而言，客观吗？或适当吗？呀，是的，我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标准是100。所以因为日本它牵涉的数量很多，单位很多，所以它民间有的自己测，假如说我测出来只是一啊二啊或者是个位数，那么再怎么误差也不至于超过标准，所以它可以 pass 的。但是假如说测出来，今天测出来是70-80，接近到这个100的这个程度了，那就慎重的要送到更精确的这个单位去测，就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对了，我们核研所的这个存者侦检器，这是很精密的仪器。我知道。是，可是今天我们所需要，你也只能接收人家送来的嘛，是对不对？我们现在情况是食品进来我们抽检嘛，是好。等一下我还在问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能力继续做？如果开放的话，你们能力、你们的人员够不够？哈，对不起。赵伟哈，这时间哈，对不起，
因为我现在要问的是说，如果他是地方，他自己厂商自己做，有问题才去送去大型的哈，你们讲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检测的，那这样就有人性本善或本恶的问题了。我怎么知道这个过程？就是我的意思说，不只是仪器检测问题，这个流程到底严不严格啊？那你们派人去看，除了看仪器之外，除了看你们专业之外，因为我这边看他好几个地方都是厂商自己先测啊，有问题再送出去给官方测。啊，这样流程，从原委会的角度而言，从你们专业的角度而言，是可以的吗？我们就专业角度，就技术的能力来看，那当然我们是认为是可以的。嗯，哦、那至于您提到了人性的等等，那我们超不是啊，因为这个没有，所以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你们两位派去的这些组长或技政，他们只是在旁边做观察，他们有办法去介入说，啊，到底这些选样或是他的测量的结果是怎样，都没办法。我们专业的人一去看就知道他怎么做，那、这个做的的这个。我的意思说，你们都只在旁边看嘛？看就足够了，看就足够了。我们了解他怎么做。那如果他的检样有问题，你们怎么做判断？报告委员哈、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经验，在车诺比事故、在福岛事故，我们都曾经面对大量的食品进来。嗯、那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人力、我们的设备来应付这些事情的。我知道，我不是讲你在台湾了，我是讲你派了两个人去。我刚才看的这些报道流程，我刚才一个比较大的疑问是说，如果他都厂商自己先测。有问题或超标才送去官方的单位，有比较大的仪器来测。主委啊，这个流程，我知道你刚刚所讲的，基本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如果他因为他流程他当然他已经有提供他们的 SOP 给我们看嘛，那我们刚才您说的这两位去观察，那当然他的确是去 observe 的 ，OK，那他去做了。那基本上呢，他所有流程，这是书面资料，他看到了。那关于这个 sampling 呢，这个取样呢，他在什么样取样呢？我想这个就是 professional， 就专业的。对。那他看见那个取样的地点适不适当，取样的位置适不适合，高度是不是好？这个我相信我们去的人都有做到该做的。对。啊，这个都该做。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实际参与量测，这是事实。是。那另外呢？实验室去看杨木地是不是满足国际的认证？认证这块呢，它是 certified，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是它的实验室是 OK 的，是行的。那这个也都是我知道仪器应该没问题。好，因为仪器就是那几台嘛。哈，我现在比较大的关心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只是去观察，就像我前面讲的几个案例，其实不止哈，七八个地方你都会发现它不是有 SOP 的，它这个流程有点混乱。是是。那他很多是这个厂商自己先测，我比较担心的是，那厂商如果有良心就好，那如果厂商没有良心怎么办？因为我了解仪器是他控制在手里，是的，是的，我了解。好，是因为招委站起来，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了。你们现在哈、核能研究所有十个人，每个月可以测1300件，辐射侦测中心三个人每个月可以测100到200件，请问你们如果现在1500件？对你们而言，搞不好是极限了、那如果以后开放，我说政府的政策如果开放，啊，你们人够吗？第二个，那、你们专业是做这个的吗？不是，不是。好，你们专业应该不是做食品，因为我看你们当时最重要的是核能设施之平时运转跟紧急应变的这个环境辐射监测而设置的，是的，是的。您不是一开始就要做食品的吗？我们那不是我们只提供协助啊、哦！我很谢谢你这个帮我们澄清这个、是的，对。所以最好的情况是卫福部自己设一个嘛？没错。好、是不是？这是原能会的。农委会也应该。那、你们人跟钱、人员，那你们现在1500件，人家送来给你测的，那如果以后再多，我说开放以后，那我们应该会抽检更严。啊，如果每个月多个500件，你们够不够？我坦白讲，我们人力是不够的。好、所以这里面，所以我意思说，当然我知道你们不是主管机关，可是我意思说，如果原能会能做的啊，可是够不够？那政府在整个开放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应该想得更清楚，整个配套措施要做了？好，谢谢。是，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请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请吴秉睿委员。吴秉睿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
张立赛委员不在，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请 Class 委员。Class 委员 ，Class 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不在，请尤美女委员。尤美女委员，尤美女委员不在，请本席，请一委员帮我站待一下，谢谢。好，谢谢主席，诸位大家好，请诸位，麻烦诸位，谢谢。陈高伟好，好，诸位好，我就接着刚刚徐永明委员问的问题哦，本来也是我要问的哦，那我也套用你讲的一句话，你常常会在回答的时候讲说过去我不管哦，但过去有些事情好的，你一定要把它记得，你一定要管哦。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因为在座这个原能会很多非常优秀的官员都离开了哦。所以有些人不太记得的事情，但是我要提醒，也跟你讲一件事情，在201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我这样讲，马处长你记得吗？2012年夏天，有两位日本学者叫做加藤洋跟中生胜美，哦，来到兰屿，对不对？然后检测出我们兰屿在台风过后有发现有核废料污染的热点出现，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主委你知道吗？我有听说，但是不是怎么处理？因为这会影响到接下来我们对福岛核灾食品的处理方式。那邱局长，你要来说一下吗？我们后来我们怎么处理？跟委员报告，这件事情后来原能会有邀请国内的学者专家，也有邀请日本的辐射防护的专家。实地到兰屿组织兰屿的那个地方呢进行侦测，同时呢我们呢侦测勘验的结果啊，那时候确认呢日本原先那两位专家他所采用的仪器啊，在 DJ 的辐射的地方，它会受到当地电台电磁波的干扰而产生了误信号，所以那件事情呢我们确认结果之后也有对外发布新闻稿澄清，来疏解民众的疑虑。好，谢谢邱局长。我要讲的是一个大家要用透明公开的方式来检测所有大家担心污染的事情。那么这中间除了我们请国际专家来，中间我们在2012年10月17号，当时的招委林佳龙，还有台东的立委刘招委，刘委员，还有本席，我们一大早就飞到兰屿，然后上山下海。把所有可能发生过的热点我们都找过，即使他们没有去测过的热点我们也都走过，那我们就带着更精密的仪器走过一次，他走过一次以后大家还是不相信，还是各说各话，所以就由原能会出面邀请国际的专家再来台湾看我们的兰屿的地方核废料到底有没有污染的事情。我要讲的不是那个检测的结果，检测结果到最后大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可是过程当中我是要跟主委讲一个概念。你看哦，在我们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为了要求证让我们的人民可以放心，我们可以由官方邀请日本的专家来我们台湾来做检测，我觉得这个态度今天就要用在日本。你要告诉日本我们家的事情哦，我们都由官方出面礼遇请你们的专家来我们家检测，那今天你要把你家的东西要输送来我家，我应该有权利去你家去做检测，而不是只有用眼睛去观察它的操作程序到底符不符合我的规定。你说我这样讲法对不对？是的。所以我今天原能会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立场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求要由原能会带头要去日本，不管是租用他们的仪器或是由我们去采样，但是一定要我们亲力亲为，因为过去我们自己家有发生核污染的这种疑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邀请国际专家来，你现在日本要把东西输给我们，难道我这样的要求有过分吗？没有。所以我希望你就一定要跟小英政府讲很清楚讲，
这个时候原能会的态度非常清楚，最起码这时候大家开始相信你们。是，谢谢。你知道这过去谈到原能会的时候跟今天谈，我真的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当时这个日本专家去兰屿检查核废料有没有污染的情形之后，我们立委去看完回来，还被我们立委同仁消遣为是原能会设局诱骗。可突然今天大家开始只相信你们，所以主委，你们真的在摆荡当中的时候，你要维持你的专业，这个专业要被大家信任，这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希望主委，你要把我今天讲的话听进去。我听进去。这个跨部会去日本实地探勘，不可能再用所谓的观察。是的，我们要亲力亲为。主委，这个讯息你一定要跟院长、跟总统讲，可以吗？是是是。有这个机会的话，是的。开玩笑，这叫什么机会？国人的生命安全，你一定要冒死都要去跟他去力荐了、啊。你不是很喜欢讲这种话吗？对，拼了命你都要去做干的事啊，对不对？没有，因为我还是强调哈，我们不是事业目的主管机关，啊，我们是提供相关的协助。你现在就是要协助卫福部嘛？我提供就是卫福部他欠缺的这个专家。如果说他还要再请。派人员赴日，那我一定会大力疾呼，然后建议实地的去检测。好，谢谢诸位、这句话。如果再派，很感动，因为我看到我们绿色消费者基金会去到日本的那个动作，那个基本上就是基于一个公民要求决策透明。是的，他们自费前往，我觉得那种心情我们蛮可以体会。就像我们原能会邀请国际专家来的时候，这些国际专家。他也不接受我们的招待，是的。他说费用我们自己负担，但是他要参与那个检测过程。所以我觉得这种公民的力量哦，是。我觉得今天政府应该是给予鼓励，是是是，而不是对于我们公民要去日本去做这种自发性的动作，我们回头去给他浇冷水。是，我希望在态度上面，是，诸位你要给他们多一点鼓励，好不好？是的，我给他鼓励，所以我们是全民的原能会嘛，所以说呢，基本上他也是等于在帮我们在做一样。那您刚才所讲的这一块哈，我坦白讲，我们都事先想过嘛，所以说刚才那个徐委员在咨询我的时候，我已经讲过，我们都想好了嘛。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去的话，一者就是借用他们的经过认证的仪器。哦，就是我们圣普林回来自己到我们这边来检测，所以说我们都想好了，所以说您刚才所讲的，我们都有放在里面，所以说有这个机会，我们一定做，好不好？好不好？一定要去把它实践完成。是是是，如果这一关没做成，对不起，不要先谈到开放的事情。是，等到他食品要进来再做检测，那是第二道，是卫福部做的事。是，我希望原能会这一次就展现你们是谢谢要存在的价值。是，是是是，如果你这一仗能够立功。我后面就可以帮原能会讲话，说原能会你就不可能把你从二级机关降到三级机关，你懂吗？是是是，谢谢谢谢，因为全民信赖你嘛，好不好？是是是是，这一点是我今天特别跟主委讲，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您的指教。而且透过这件事情，才让大家开始去了解原能会的存在，是不是只为台独背书？非常好，是是是，谢谢。所以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是，而且也给在座各位专家，给他们有一个洗刷过去老是为台独的事情，是是是是是，好不好？是的。那谢谢谢谢，在这一次审预算过程当中，我也希望除了这一个我刚跟你提到的去辅导实地去做检测之外，我也希望我们核能所这边、核研所这边，从106年度预算开始，除了这个我们核能电厂要除役，可能有些专业必须要委托你们之外，其他跟台电之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可以吗，阿所长？我觉得你们里面的员工非常的杰出，不输给国实院，不输给工研院，是的，是的。但是长期被人家低估，被人家污名化，这是我觉得，谢谢，我替你们痛心的地方。是，所以从审106年度预算开始，是，我希望你们恢复成一个国人心目当中一个超然中立、可以被信任的一个原能会。是，所以从。和研所这一次的预算，我希望马所长，如果万一有砍到你们的预算的时候，请不要难过。一定会难过的，一定会难过。但你，我就砍你跟台电之间的，可以吗？马所长，那我们那个，我们等一下。那啊，那个，
我当然我还是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定我们基本上我们当然是严守，因为长期我们有培养那么多人力都专门攻在核电这一块，是突然瞬间要转型是很困难，但是我也希望说要当断立断了，是这样，对于未来我们就利用这次福岛的这一次食品要进口，让原能会重振你们过去没有被大家看中的角色立场，是然后从核研所这个预算开始跟台电做适度切割，好不好？我跟所长做个建议。OK， 好，他是大将在跟组长 ，OK， 好不好？继续努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记得哦，这件事情要做好，如果你做好的话，你就不仅是二级机关，会变成一级机关，好不好？加油啊！是是是，谢谢。可是我们咨询结束了，有，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咨询的，好，给你五分钟好了，好不好？好，来，好，我们请游美女委员，好，五分钟，好吧，好。主席，还有我们说在场的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那个谢主委？主委请，好。游委员好。谢主委好。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对于这个废核那当然我们要主张废核，最重要的其实是核废料的问题嘛，对不对？也这个核能的安全。那小英总统呢，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当然是这个历史性的代表总统，然后呢，这个去向原住民的这个原住民族的代表去道歉。那兰屿的这个亚美族的这些祈祷，也代表原住民族呢来表达希望核废料要尽早移出这个宜兰兰屿的这个意见那当然这里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要移往哪里去？那这些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到底在哪里？我知道我们的主管单位也都非常的头大，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会一直引起这样的一个争论，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希望我要享受最佳的能源，对不对？然后呢就说享受最低的电费，然后呢享受这些的能源，但是呢这些核废料最好不要放在我家，那不放在你家放在谁家？然后我们要放在别人的家呢，就让那个别人要放在他家的那个人最好不要知道，他没有资讯，然后放了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兰屿当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罐头工厂，然后把东西罐头放在那里嘛，对。那当然，我想这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面临的就是说这些核废料的处置。那我想要问主委，就说您知道有所谓的民间废核论坛吗？是的，知道。那废核论坛是什么？废核论坛是基本上是一些民间相关的，他们针对的有关核废的相关的处理，他们自发性的成立一个相关组织，对。OK， 就是一个全国的废核行动的一个平台。是。所以呢，这个这个民间的废核的论坛呢，他们要求什么？主委知道吗？我大概知道，我详细现在记不太得，因为他们北好像全省巡回的办了很多场嘛，到最后有一个结论出来嘛哈。你知道。那针对这块结论，基本上我们乐见其成的啊。那我坦白讲，我们也针对的相关的，我们也做回复啊。好，那你知道结论是什么？好像我所了解的，在。我认为我比较知道的就。我跟你讲结论好了啦哈，他们的结论就是第一个就是资讯要公开，对不对？我想应该这样做的。对对对对，所以资讯要绝对的一个公开。那另外呢，就是说你这个肥核料处置厂的这个选址的这个条件，对不对？你应该要资讯要公开，而且要注重视地方的接受度。没错。那你应该要以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不是只有说考虑到这个人口的密度啊，然后呢，这个其实你就分配的正义来讲，要看这个能源多的地方，对不对？是的。人口密度也高的地方，那是不是也应该多负担一些核废的风险？所以呢，你不能够只是单单的去考量人口密度的问题，那外岛跟偏乡就只是会更加的弱势嘛。是。所以在这里，他们希望是说地方有参与的权利，对不对？资讯要公开，然后地方有参与的权利，然后那当地的人他能够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说，所有在这些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核能核废料的处置是非常非常高度专业的，所以就会只有核工的专家，只有这些的所谓的这个地质的学家。
那人民的声音不见了，对不对？对，我很快，我能不能很快的？对，其实这几个哈，我们都有在做。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公民参与平台哈，我就是特别是核废的厂址的将来这个选择，基本上呢，我们就想朝着什么由bottom up 起来，就是从由下往上。那基本上呢，我们会特别尊重，因为我们所成立的公众参与平台就是希望让所有的对全民对这一块有关心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最后呢，就如同您刚才所讲，所以你所谓的 button up 的方做法是怎么样？ button up 不是说我只是到各个地方去开说明会，那不是的，对不对？我们要实际的，就是你开完说明会以后，我们邀集一些相关的，然后呢，我们做很深入，而且呢，很。那我想呢，专业的，而且有专业的，很专业的这个讨论以后呢，我们再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个决定。好，那是不是你们能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多，就是说纳入人民生命的地方的这样多元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出来？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有一个相关的平台，也朝向这边去努力。但是如果说还没有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我们是可以做的。好，我们希望是说，这里面除了这所谓的核工的专家、地质的专家以外，其实像说法律的专家、在地社群的人，的还有 NGO 等等，是，这些都应该一起参与决策，而不是只有在外面你们说说我们听听而已。我刚刚讲的是，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人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核废料我们的处理，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要怎么样做，然后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政府面对这些的困境的态度是什么？我想这些都是人民非常关心的，因为我另外没有办法承担风险。针对的这个，我自己做一个我算是有我的一个 comment。那基本上我对于你们所提出来中间有一项，我是觉得非常实际的。你们针对的这个集中处置或者中间储存啊，跟这个最终处置呢，你们非常务实的，你们认为先讨论，先把这个中间跟这个集中储存厂址能够弄好，这个是正确的啊，这是我站在我这个原能会的立场，我基本上呢，这是因为全世界啊，针对的这个终端的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处置哈，到目前为止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宿哈，还在讨论当中的啊。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步一步，而且确实到位的，那这样的话呢，能看得见的，那基本上呢，针对这个集中处置或是那个集中储存或是那个终端中间储存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迫不及待，应该是马上应该要确实的，然后呢规划，然后呢确实到位的。OK， 那我们就希望这个所谓的地方参与的机制是要建立起来哈。好，好，谢谢。登记咨询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另外有高路委员改提书面哦。那我们现在中间现在就休息十分钟，来布置一下会议场，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哦，好，谢谢你哦，不告辞哦。没有，学日本哦。没有，我们。
们接下来进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能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之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书及提案内容，总共有229案。跟各位报告，现在还不包括教育部跟文化部，现在所提的数量已经超过去年的提案数啊！恭喜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协商。这样好，来，我们开始进行协商。那你继续宣读，好，谢谢。来，请诸位。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行政院原职能委员会及所属收支部分、税入部分第二款赔罚款及赔偿收入，原职能委员会151万元，辐射侦测中心5列数，放射性物理管理局5列数，核能研究所120万元。第三款规费收入，原职能委员会13449万5千元。辐射侦测中心300万元，放射性。好，第一案2000年，这个9000元，四个单位一起。哦，核能研究所1亿3900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原子能委员会5列数，辐射侦测中心5列数，核能研究所208万元。对啊对啊。第七款其他收入，原子能委员会3500万元，辐射侦测中心5列数，放射性物理管理局5列数，核能研究所180万5千元。税收部分是第十八款，原子能委员会27亿6380万8千。好，那个第一个5亿5410万。张廖委员的奖励补助，这个我们就统三的部分，我们就并案处理嘛，好吧？啊 ，OK， 好，那我们先从税入开始。1783。税入先从行政规费收入开始。92万元，第一倍券20。收入到苏巧慧委员这里，好吧？2345，来。999万3千元。苏巧慧提的最多，请苏巧慧。我的很简单。6千元。我的很简单，为了跟决算一致。6千。啊。不要差太多，所以规费收入，所以我在这边就提案增列了。好，就这样子。一般行政，就是物料管理局8646万1千元，一般行政6100。我的这个其实也只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我们的这个即将要除役了嘛，所以既然要除役了，那为什么还要编列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我是认为这边是减列200万，然后第四案减列200万，第五案的话就是龙门电厂其实就合适嘛。那所以既然都已经是要除役了，所以这边是不是就是减列，不需要再去做这件事情？5亿9017万9千元。来，有人会说明。技术应用1亿3718万8千。这部分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哦。虽然这个电厂准备除役，可是目前电厂它所有的这个燃料，以核一来说的话，它其实停机它的燃料还在炉心，而且它用过燃料池也有燃料，所以它相关的安全的要求其实跟运转当中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视察、驻厂视察、专案团队视察，我们所有的管制作业都比照运转中的电厂在进行，没有一样会少哦。那而且这个收费标准是按照我们的规费收费标准来收费，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同意不要减列？那针对龙门的部分，虽然它是属于封存的阶段，可是它的设备、反应器以及它的新燃料都已经在电厂了，所以我们针对它原来的管制的要求，我们依然会针对会去执行驻厂视察以及专案视察，去确认它所有的这个设备的状况，它依照它所承诺的这个品保要求在执行。而且针对核子燃料的话，相关的其实我也知道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样经过几次这个审预算下来，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其实我们做这个预算不管是减列或者是冻结种种的措施，其实都是为了提出问题，然后请行政部门这边来看来回应啊。如果有适当的说明，其实我们也不坚持。但是就这个核能电厂的部分呢，尤其是我第二个这个龙门电厂的部分呢，它的既然已经确定不启用，那你这边在编列的时候名称项目他还是写建厂检查费，那这个我们一看到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疑惑就很大啊。这个就说啊，不是已经停了吗？核四已经要停了，怎么还会有建厂检查费？所以如果这边的话呢，那我起码是认为说，你要么就是这个名称，好，就是照您刚刚这边在说明的，说我是继续啊、有持续的这个正式名称应该是怎么使用，这个你们来做，但至少绝对不是建厂检查费用，好不好？好，因为这样子这都是公开的资讯出去，都大家，我们现在等一下还会有很大的一点，就是在希望原能会这边。
资讯能够公开透明，重建大家对核安信任的部分。所以我是认为用语应该要精准，所以你改名称嘛。我可不可以跟委员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如果要更改名称，因为我们是照我们的收费的标准来收费，那目前这个收费标准名称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跟我们的办法是一致的。如果要改名称的话，我们要先去修改我们的办法。那所以这部分的话，是不是今年先这样，我们后续再来看如何修订这个办法？十九，因为那个当时当这一百万年，那办法上面二十年，对龙门我们是建厂检查费，因为它一旦取得执照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取费用，因为我们要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视察跟检查。对，那个办法上面是这样列的。对，好，那我不过我在这个地方有稍微提醒，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现在目前在封存，那相关的维护的相关的这个费用基本上包含我们的检查都还是要的，因为我们要保持它是在堪用。事实上呢，上次也有委员提出来，将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南向把这个东西将来出售给其他的一些新兴的国家里。那坦白讲，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堪用嘛，所以说基本上当初它编列这些费用呢，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就算是将来我们不再不启用啊，也这部分还是需要的。可是因为那个上面已经列的就是这样，可能要改起来的话，可能就会会有一些问题。那我想我们尽量去做好，尽量，好不好？是不是那个刚刚那个主委，你还是在解释为什么要用这部分？刚巧慧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名称上面他可以跨号，还是一定只能维持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的确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误解建厂。不然你如果说这东西不能改的话，他可以用跨号来里面来做一个那我们用来你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说明对呀、啊，你用括号来说明嘛，他要求这个部分不要有建厂这两个字嘛，那的确是把建厂可以拿掉吧？对不起，不行啦，建厂检查费是，对了，收费标准上字眼，至少我们可以括号来做处理啦，对了，这样就好了啦。对，谢谢委员。那个附带决议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来说明好不好？那我想我就接受主委的解释啊，我们请依照那个何昭伟的建议哈，那就是在附带说明这边把事项解释清楚啊，我不坚持，谢谢。等一下，赵要先。将来先等提案。现在税路啊。市政规划与绩效管理。我知道，就改名的办法的那个名称，我知道。那先黄国树委员这一块，你还要再增列吗？还是十万元？有啊，我当然要增列啊。好。那个规费的收入哈，我想我们就用那个决算的结果了。好来处理吧，好不好？所以那个部分应该是增列250万。好，然后另外我看要这样管理杂项收入那个地方哈，对啊，那还没有，我这还没有到这里吗？第二到第五，好，你这部分就增列250万，增列250万，然后苏小二委员就不减列，但是。附带决议里面做说明是好 ，OK， 好 ，OK， 把那个建厂那两个字改掉。好，那接着我们审证照费。接着证照费。672个。两位委员都不在，那都准予增列，好不好？好，第八、第九案，税入增列是好事啊。对了，对啊，都一样，增列取高值，增列140万，好不好？好，没问题，好。好，第八、第九案。科技合作。第八、第九案。好，那个黄国书。我这个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有编说从薪资要扣为房租的津贴要缴库，对不对？可是你们的预算又没有编那个房租的津贴啊，又没有啊，这钱很少了，但是只是说符合那个整个预算编列的精神，税入面你们要他们要扣那个房租津贴，可是你们又没有编那个预算，是吧？所以我这个很少啊，这个才1万块钱而已。
1万块钱而已。一万块而已，1万块钱。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是我们那个首长的宿舍哈，我们跟公家借用宿舍一定要缴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公务人员最早有房租津贴，那个是并入到薪资里面。那现在如果要借用公家的宿舍，要从薪水里面扣出来。这个检任官以上是800块，每个月800块，那一年就是9600。那我们是取整数是一万。所以你们现在，谢主委，你现在的房租那个房子一个月是800块钱。官舍。哇。要收800块啊！哪天我们去看一下你的房子，800块的房子，你怎么这么便宜啊？怎么这么棒？那是官舍，那是官舍嘛，哈。好，这个制度是真的吗？70几年以前，那个我们公务人员是有分检建委，他是在薪水里面有一个叫房租津贴，是，好，从500、600、700、800，啊，600、700、800这样。那检任以上是800块，那后来这个房租津贴是并到薪水里面去了，但是现在如果有使用，所以我这公家宿舍，所以我这个要减列1万块钱是帮谢主委，你这个就不用去缴了。对呀、啊，为什么？不行，违法。好那样，好了，谢谢。好啊，等一下帮忙就可以了。好，那个出版品部分就照吴思瑶委员的增列25000块好了。那房屋处委员这就全数减列是吗？没有啊，我尊重提案委员。照列是。好，照列。好，那因为我们那个税入部分已经增列超过那个第二案的总数250万哦，所以我们就那个250万就涵盖在内，好不好？哦，140万就涵盖在250万之内，是吧？70万元。OK。不是有同提案同上冻结240万。好，这个议事人建议第十案到第15案保留，就通案处理，好不好？87都一样的提案同上冻结。OK， 好。好，现在一般行政。第16案到第20案，好不好？没有，我们待会回头再来处理10到15，好不好？因为它是总数的部分，好不好？回头再来处理来。好，我们现在16到20，好，一般行政。92元，同学生的提案合资8万元，260万元。对，一起处理。好，我知道那个，我们这边是有关于一般行政的部分啊，我是提出要减列300万了。那因为102年的预算是630万嘛，那106年是650嘛，但是呢，这个外包的费用持续增加。我当然知道原能会现在目前为止到100年以后已经没有禁用的临时人员嘛，那我也清楚你们现在的行政人力大概只剩下19个，对不对？我的数据没有错嘛，哈。但还是一样啦，就是可能是有外包的需要，可以理解啦。但是还是啊，你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因为你的经费是有增加，我想我提出减列的这个部分，哎，现在原联会有特别来提到，他们这个人力好像蛮需要的，我是不是？好了，陈学生，你说下去吧。那照吴志扬的冻结1000万好了。因为我说实在，原能会我现在大概知道他们这个人力部分其实还蛮吃紧的了，对了，但是好，我不坚持了，说不下去了。来，张廖委员，委员吴思瑶等提案，归收使用归收，场地设施使用费增列4万元，113。我想我有提案了、那我提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决算表哈，我们。那个说明一二，你看一下，就是说你们的预算原额哈，105年度是246了哈，那106年度是241，有减少哈。那我们看第二个说明哈，104年度的预算原额246的时候，你们的预算数是啊3亿7千8百，三亿七嘛哈，那决算数只花了3亿啊。那今年我不晓得怎么样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人预算原额剩下241，我们的预算原额当然编少了，有3亿3，可是我们前年度编到3亿7，我们才用了3亿，
那这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能不能说明一下？所以我才提出，是不是按照比例来删减1500万？不好意思，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是人事室主任。那有关于我刚委员那个提问这个问题啊，主要是之前的年度都是配合主改哦，当时主改因为有移拨一些员额，那时候移拨过来的时候，大概有66个要代领补的，因为变成说我们必须要等主改过后，我们组织法它的一个编制员额放宽以后，才可以禁用那些员额，所以造成那些员额不能禁用，所以人事费。他就剩余很多，那因为我们考量人事费这几年因为剩余蛮多的时候，基本上因为今年行政院又把主管案撤回去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在去年105年跟明年的话，哦就不今年105年跟明年编106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逐年删减了。以今年来看的话，我们跟104年相对，我已经减列了4000多万，那基本上已经倾向核实了。那目前会比较保留是说，因为核研所明年可能规划要到经济部去，还有13个员额，我们必须要编那个13个员额，所以今年的这个人事费已经是很核实了。建议说那个委员不要减列，以上报告。那、你们如果决算又少了怎么办？又少了很多怎么办？你们现在就是，当然这人事费哦，你们照标准在编啦，只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差蛮多的哈、3.17亿跟3亿。那你现在讲说我们现在的原额是少5个哦，241亿哦，那你现在要增加，你说要编13个，说明一下，因为3.17亿是之前编的，那我106就是明年编。你们今年度用多少了？3.15亿用多少了？今年度因为我们被冻结4000多，因为今年有决议说那个主改的原额部分不能禁用的4680万已经被冻结，那因为主改已经暂停了，所以那个468万也不能去动用，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有2.8亿。那我们大概如果扣掉那个部分，我现在已经执行率达到90%以上了。90%以上，那你这个3.35亿有没有办法都做？那因为我今年编的是，我明年编是编3.1亿。那大概如果因为已经把主改的因素大概都排除掉了，大概可以执行达到80-90%。如果13个要移拨过去的时候，应该可以达到90%以上。那你这个1毛钱都不能删吗？建议不要删了 啊如果委员认为说那个主改部分要去冻结的话，基本上刚才讲13个部分可以考虑冻结。那个主委说一下。我刚才我基本上那个人事主任呢，基本上他刚才已经跟那个委员有做个解释跟说明了。那我个人是建议说能够不删，尽量不要删，因为我们的就拿这个104年度或者是现在目前105年度，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这个状况，基本上目前我们的这个预算达成率呢，基本上都已经到达90%以上了。所以说基本上你们最后最终呢，我相信还是会做那个委员所担心的，大概应该不会的、所以说希望能够支持。主席你看了 我看大家总数删不下去，我们就他有分三个细项嘛，我们就逐一删下去。第一个是人员维持，看要不要删多少，然后再接下来是那个工作维持，再过来是规划及管理电脑系统，那你三个删就会删出总数出来了，好不好？好吧，不然你们都不忍心删了、对不对？这边2000亿。好，麦克风给一下，好吧？我同意那个招委所提到的，就是说在人员的维持上面，我们目前是让它维持了，就是不要去删，可是可以在其他的部分里面来做一个考虑。因为原能会就我的理解里面，他们的确在这个人事的聘用上面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点了了。好了，那人员维持我们也不动也不减列，是不是？那21到23就照列，然后24到31是基本工作维持，要不要打个8折好了？100万元啊，107。对，张六建等提案是。对啊，到31啊，还是取最高值。100万元。28，我们总提案设备以及投入车辆设备减100万元。24到31。因为办行政。基本工作维持。减列2.4亿200万元，张六建等。都有减列的，也有减列有冻结。我像我的28案这个部分，其实跟之前昨天的是一样，那个是通案的部分而已，所以我其实只是要提出这件事情。OK， 那我并不一定是在这里面哦。好，对，高卢委员也是一样的，那个是行政院可不可以让我们通案的部分，我们自行的来调整。
千元。是不是，主委，你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个退休三节的部分是行政院通案的部分，那是另外一个部分。那至于等一下要简列或冻结等等，那个数额不要列入这个部分。好，这个好，那基本工作维持。你们如果这边没有砍，总数就砍不到的东西喽，因为电脑也砍不到什么钱啊。来，那也可以把这个算在里面，也可以啦。好啦，那我重新调整，我们就用这个通案的部分来当成简列也是可以啦。24到31，来来，何委员，盛世委员，来来来，好，高露委员，高露委员，提案机会管理师，刚二三讲完，怎么突然跳到23？不好意思，二百一十，对，现在是账目，这个是。没有这个部分啊，这个过去都有简列啊，都有删除啊，而且政务人员待遇，对对对对对的政务人员待遇，过去民进党不会吧，应该不会简列吧？有啊，林佳龙，那林佳龙已经删了几次了。如果这边不是，那是因为原能会主委袒护台电被惩罚性的，不是啊，他这里面就是他本来就没有法源依据啊，对啊，我也没有全删啊，只是简列83万。不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那个政务人员待遇的部分，核能职务加级，行政院在99年已经核定有案，事实上是可以的，现在法也没有修，只是当时在102年的时候是林佳龙林委员把这笔预算删除掉。对对啊，事实上规定都还在，他基本上可以依法编预算。不是啊，他就是他本来就没有法源依据，过去能删，为什么现在不能删？对啊，他还是有法源，那是行政院核定。你看主委做的不好，你要删，你说主委哪里做的不好，要有理由吧，拜托的啦，嘿。没在跟贵有删，今麦的一点爱删，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啊。过去大家都删，然后现在又说不删，而且不是因为过去删，就是一定要删啊，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说，林佳龙委员哪里做的不好，他的政务本来就没有职务，他做的不好，然后而且他要删，我们当然也只是，但是要讲个理由啊，你不能说只有过去删，所以现在也一定要删，不是当时删的理由就是没有法源依据嘛？我报告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目前政务人员他的一个法律案《政务人待遇条例》草案，目前还在大院这边审议，还没有过，所以基本上他没有法律案。那也只是草案而已啊，你讲的。那现在处理的时候都是行政院核定的，因为有关待遇的部分。不是，我老实说，过去就是这样子，理由就是没有法源依据。现在我不为什么不能说没有法源依据不能删？没有，跟委员报确实因为。现在他没有法律规范，因为那还是属于草案。可是，在法律没有规范的过渡期期间的时候，是行政院核定的相关行政规定。那我刚才跟委员报告是说，99年一样，对对。啊，当时只是把预算删除，情况一样，理由也一样。以前可以删，为什么现在不能删？因为我不支持删。凤琴法就还是草案嘛。因为我们觉得要给政务官有一定运用的空间，所以我不支持删啊。我听过一句话，无大，我即马讲啊，就即我话心情甲态度安尼。对对对，转型转型，正好。走来，高乐园，你坚持吗？对啊。那就战歌。里面过去就是这样子，他的待遇就是好。好，战歌，好，政务人员待遇保留。好，那我们这个基本工作维持费要除了这个要统删的之外，其他有没有要删的？如果没有，就只统删那个这一部分的就好了，好不好？好，统删我支持哈，赵伟。那有统删，让他们自行调整啊。我只是说我20案，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哈？我的20案这个人员维持的部分了哈，我是啊冻结1000万书面啦，你给我书面啦。那个简列数我不坚持啦，好不好？动1000万给我书面讲清楚，讲得更清楚，好不好？就我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你们怎么可能派遣能力用最低标？我现在就纳闷哎。好，那何委员就人员维持这部分就冻结1000万。OK， 好，给书面好。那我能不能说明一下我的24案？可以啊，可以啊。好，我24案在这个部分是冻结30000元，因为我是看到我们在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里面关于那个性别平等专案小组委员的出席费是放在这个地方的啦。好，所以我是希望这个部分我的提案是刚刚在质询有提到了，就是我们那个全球核能妇女会议这个的部分应该要纳入我们的性平。报告里面，所以我只是动个30000块，然后如果我们有报告，书面报告出来就解冻。嘿，谢谢。
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当时这个全球核能妇女学会这个部分哦，事实上在行政院的性别工作报告里面是没有把它纳入的，然后可是在我们自己的统计里面是有把它纳入的，然后委员这个建议我们接受，那我们未来也会适时的再反映这个。因为行政院它是各部会的，所以说它可能，这个细部的它可能它是有一个规定的，所以说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性评报告里面把它加入这部分的，所以说请委员可不可以不要动？好了，不要。去蓝营。好，谢谢。现在到没有了，我们还在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这一块了，对啊，对啊，24到31啊，那个基本工作维持，大家有没有要再删什么的？除了统删之外的，那李委员，你这个你要求他不坚持了是，也不动是，3万块动起来太少了，动多一点了，好不好？好，那这一块就统删的部分。删掉简略就好了啊，那简略多少？简略啊，那个我不知道，这统三多少钱啊？一般简略的，不是统三是问的。统三是一些特定的科目是所有。哦，你们还要简略是？好啊，那我你们开个数字啊。没有啊。不，刚刚苏委员的意思是说，就把统三当做简略，我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对，那你们还要再要简略的那。对，我这个我还是坚持啦，我的第23号我还是坚持。对，23号现在保留，我们还要再回头再处理，23号还是没有处理。好，那我们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我们就一统三部分简列了，好不好？哦，就不另外再简列了哦。然后那个再过来规划及管理，等一下，主席那个账是。对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就不再简列了啦，这照列了。你就把高部的意见再融进去，再多删一点点不就解决掉了吧？我知道，没有，我们把三个部分删完以后，大家觉得不够，我们就最后回到那个16、17、18、19、20一起再给他一个数字，对，好、啊。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在那个这个项目里面哦，我们要简列的数字从300万到1500万都有人提议，所以我们还没达到标准，懂吗？哦，不是，主席，那个院会的统三是院会的统三嘛，对不对？对了，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可以，我知道，让他自己去调整去嘛。对了，那刚刚苏委员意思说就不要删那么多了，就是，对了，对了。那高路委员很坚持怎么办？对啊，我没意见啊。所以那就保留嘛，因为两边有意见，何委员很坚持，所以就保留啊。对，所以现在又回到那个第32到34啊，那个电脑系统的部分啊。照高路好了，这个照高路，高路你85万，我们照你的好不好？第34案。34案，对，报告委员，这个资讯系统我们都是临机预算来编列的，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系统保固期到了，一定要增加这个维护费用，所以才编列，所以这个39我们就很多资讯系统没办法去做维护，所以请委员要支持，因为我们是临机预算，我们的资讯系统其实每年递减，然后今年稍微增加是因为保固期到了，我们必须要编列这个费用，请委员支持。他的3亿多，你们自己去调嘛。好，我们刚刚是因为要调那个总数的时候，大家调不出来，所以说那我们就三项逐项审，这样逐项审还要舍不得删，所以我们就回到那个统三的这个第16到第20，好不好？这里面各位委员提议的从300万到1500万简列都有，来，我们取一个数字好了，300万，好，照柯志委员好了，好，简列300万，你们自行调整。好吧，科目你们自己调整好了，不然电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不好？400万了，400万了，
好，减列300万，那那个23案就涵盖在内，请你们自己去调整了，好不好？主席，我提400万呢。300万，你要表决没有关系，表决我可以接受啊。如果今天一定要是这样子的话，我逐条表决。哦哦，好，那就同意了，谢谢。我逐条表决，从现在开始，所有各单位的预算我统统表决。好，好，没有关系啊。如果要这样子玩的话，没有关系啊。没有，我就是大家在谈。不是，我们坐到后面的讲的话很少讲话的嘞，我们坚持一下子，大家就接受一下嘛。有了，你看高路坚持到现在，我都还。昨天中研院，中研院我也没有坚持。你们讲了多少，我就接多多 OK 嘛，对不对？总是让人家表示一下意见，尤其我们在野党，总是要一点在野党的。我们最后来讲个数字，400万，是不是？好，来讲400，好，400，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400要不要含高路那个83万？你们自己去调整了哈。自己调整了，好不好？你把那个高路委员的意见放在那个你们自行调整里面考量了，好不好？哦，好了，好。我这100万就是，好不好？83万换400万，可以啊，好，好来，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幕，来，第二幕。我当时讲一百万就是80几万的了，我因为我这个本身我自己没有提案，没有意见。第二幕这个就是我真的。好，我们议事员建议35到37先保留哦，先从38到42，然后再回头来看35到37。OK， 好，我们现在38到42案。到45了，45，38到45。对不起，主席可以发言。是，请说。我跟乃公是针对同一个项目嘛，哈，我们都有提出，我是提出冻结140，乃公是100万。那理由其实书面都有啦，乃公是对于那个核能安全设施的督导绩效不全，那我的是针对我国的核安资讯透明法的相关法制作业都还没有启动，所以我个人是，我们两个是同一目，我同意就是依乃公意见就是。哎，不是哦，你是减哦，我是动哎。我看那这一次可以依我的意见吗，乃公？就动140，让他提出那个报告，然后提出。刚刚你支持我，现在我支持。好，谢谢乃公。那我们多和谐哈。谢谢委员。也给我们一个书面报告，包括乃公要求的哈。好，谢谢。好，我的是第40案哦。那第40案是有关于核能安全跟施政规划跟绩效管理哦。之前也咨询过，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有关于核子事故应变的这个演习哦，其实状况很多。那这里啊，我是不坚持用简列，但是。就是用冻结40万，那提报告就可以解冻，可以吗？这个部分的话，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年会在根据两岸协议的部分的话，今年会在台湾办作为的业务的报告跟那个工作组会议，所以说如果说今年没有办的话，我们同意就是冻结。然后，如果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做第43案这一个吗？第43案，人家高路委员只是说要求你书面报告啦，对嘛？这个我就支持高路委员了，人家对你们那么好，对不对？是，谢谢。对，是都用冻结，好不好？好，改冻结，全部改冻结。就是冻结40万，对，然后提书面报告。2案40跟43案都改冻结。好，谢谢。然后吴思瑶委员是100，冻结140万是？啊？他跑不见了。对了，动140万嘛，对不对？乃公支持嘛，对不对？删减了嘛，我就接受140，冻结140万嘛。没有。高路那有两个案子，一个是41是40是冻结，对啊，43案也改成冻结。对，他减列8万以上改成。你都记得喽。好，那高路委员那个40跟44案要43案，你要44案你要给那个书面哦，好不好？主席还有刚刚那个统三400万的哈，我真的提案人哈。
好 ，OK， 好，我们那个刚刚，动400万的，在哪里？一般行政。那主席，我也同样征列提案人。好吧，大家全部都征列好了，好，全部征列好，好不好？就是一般行政，好，我们动。行政没有动啊，是减嘛，减列嘛，减列四百嘛，啊，对啊，上面有的就对，那是另外，对啊，那我不要，我现在讲那数字了，刚我把它复述完，然后大家都列那个共同提案人哈，然后现在在核能安全，施政规划与绩效管理里面，我们就动140万，哦，这里面，含高入委员的。40案跟44案，哦，冻结，然后要补书面，好不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46案到54案。他就改冻结，都来冻结，都来冻结，都来冻结。来，各位。45案哈，45案，因为之前那个原能会有给我书面报告了，我有看，还蛮清楚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不坚持，就不冻结了。OK。好，我们那个公众参与、民众沟通，47案一直到54案，做的不是很好嘛，对不对？效果没有很好啊，网站表现也都不好啊，对吧？不是。这个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对。有人都全数冻结，苏小慧委员全数冻结，我是动106万，对啊，他咨询过好几次，我都有注意听啊，对啊，报告委员，因为而且要，对啊，我是动106万啊，大家动个意思一下，大家瞧一下，动多少？啊，就106万好了。150万，奶公是全数减列，要尊重奶公。奶公是全数减列。赵伟，我建议啦，我觉得我上次的意见就是说，其实这个宣传真的很重要，但是用一个好的方法。所以我说用动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提出好方法。但是我上次也同时说，如果预算太少，光是拍一支影片，大家要了解现在拍影片做网站市价是多少钱。如果预算太少，根本做不出好东西。所以为什么我没有用减列，我是用冻结的原因是这样来。提醒，嗨，对，那我是希望有新的好方法，这样我就同意。但是我也这个地方，我其实颇支持奶公的做法，全数简列。我当然知道乔慧有不同的一个思维啦，但是这种东西，我说实在，已经拍到现在，你们也很努力，但是目前为止也就只有是这个样子。所以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因为这部分已经这么久来，大家其实也搞不出个名堂来。然后其实每个人只要看到这个主题，其实就自动就也都不是特别想看。那如果说你把它全数简列，是不是大家就全部解除了？大家也不用看，你们也不用做了。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思考上也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每次都做不好。你150万这不能做什么，你知道吗？150万都不能。对啊，我说你这个没有。开会也行，然后上网也可以，所有事情都要做。可是上网的工作不是各位所讲这么简单，你要言之有物，你还有东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必须的。而且是你要民众来，基本上你要他车马费相关的费用是不是需要？这些都需要。更事实上，我们从8月1号开始，我们的公众参与平台就已经开始有了，而且有在动作，有在做，而且北中南也要做。我个人看法是，这是坦白讲，对我个人而言的话，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刚才都在执行的时候，特别是许志远许委员他在执行的时候，相关的这些核废料将来怎么样仓储的选择，我已经强调说8/2要。好，诸位不用那么激动。我没有激动，我现在是在讲、这个。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你很想把它做好。不是，我们是在做。那个好，我帮你讲，那个主席，因为我上次。好了，我帮你讲，其实150万不用讲这么激动，我觉得要给他机会改了。如果新主委上任，如果他还是做不好，明年我同意把他删掉。谢谢。但我觉得今年让他有一点，但是动一小部分，给他一点提出改善方案，动好动50万是可以的。那个主席啊，对，说实在的，这个部分我这几年每年咨询我都有提到过，都没有改进啊。都对你
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给新人一个机会，你没有把这个预算删减掉啊，他不会改进的啦。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删掉就不用做，他乐轻松。好几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结果是这样了，对不对？那主委，你商量到现在有改吗？我想请问一下，我不知道啊，我就想请教你，你商量到现在做了什么？有改进吗？改进了什么？不，主委你自己讲啊，你上任到现在就改进什么？怎么就哎？我是请教主委，主委不愿意回答我。我们的网页哈有开特别开辟的一个专业哈，是公众参与平台，而且我们也有开会，而且我们也得到一些相关的结论。那以前没有吗？以前也有吗？以前没有，完全没有。这，我特别强调一下，刚才那个吴委员，谢谢哈。但是我坦白讲，我从学界来，我做什么事情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OK， 那我今天讲这句话的目的，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在做事情。那你既然要求我要做，那我当然一定要做到位。可是呢，这个东西是要循序渐进的。我原能会以前让社会大众不能够信任，我们要能够信任，基本上就要建构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现在目前建构了。我相信，如果蒋委员，你如果到民间去走一走的话，你大概应该可以了解，至少目前我们跟环团这个沟通，基本上是应该是比以前进步的很多。当然，能够达到最后的这个要求，我不敢讲。但是呢，我们都在做。那事实上呢？所以你只跟环团沟通，你没有跟民众沟通，是不是？你刚刚讲的嘛，如果我到民间走一走。你们我没有这个意思，黄团这个意思，我说我对不对？你说说实在的，我们做民意代表，我们天天都在跟民众在一处，可是，一般的民众都没讲到这个话。我刚讲，对不对？我们是全民的元能会嘛，我们是全民的元能会，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当然。如果你只是针对黄团去做沟通，你刚刚在讲的嘛？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刚是这样子讲，除非我听错了吧？你慢慢讲啊，你很难。我刚才举的是只是举例子，提到这一块嘛。那你，我还是强调，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尝试说，我们还而且要扩大参与，对对，而且要扩大参与。你当然要有。最重要是民众嘛，你要跟民众沟通嘛。审查说明会。那另外，我们也譬如说，我们也合一场的部分，我们也有地方审查说明会，我们也有去，我们也有去。委员动机。如果你需要资料，我们可以提供给你。够了，中午十了。这样子啊？明年做不好看。你明年要怎么做？啊，你明年准备要怎么做？我一好不好？你用书面给我们资料。好，我们动60万。好好好，动六好吧？好 ，OK， 好，没问题，谢谢。我本来是要动一半。好，动一半。我接受主这个那个。好，我们动60，好不好？46到54，动60，不含书面，好不好？来，再过来是55到58，好不好？55了。对。因为你刚刚没有意见，没有，他是刚突然跳到55到58。不，你们这个要做什么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来，请说明一下，55到58。赵伟，不好意思，你刚不是说是到五十吗？怎么突然跳到51？突然跳到54啊，都属于公众的。哦，好。对。没有，不是，不好意思，每次都跳那么快。我的那个52案，我还是希望就是主委这边解释一下你们的这个有关于参加中华民国核能学会的这个目的到底是干嘛的？那因为这个是要去中国，对不对？他问我 ，OK， 大家都知道哈，元能会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那很多科技的薪资，还有一些整个一个。我就用英文讲啊 ，nuclear industry 的 society 还包含着所有的一些相关，全世界的这些相关的，我们都是有必要的。那我相信，在如果是机械工程的人，像土木的人，他一定会参加机械工程学会或土木学会，啊，这美国 ACS 或 ASME， 那 IEEE 就是美国电子电机协会，那一样道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核能学会是有必要，因为科技的薪资一些相关资料是需要获取的啊，那这个是。可以达到彼此互相交流，那这是很需要的。而且我特别强调一下，核能安全是世界级的，是国际化的。OK， 所以说各位就应该很了解哈，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目前跟
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对啊相关通报，这就是你们是要去跟、啊、所以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是、这个、需要知道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民间的交流，为什么要在这里边？没有，这是一个学术的学会、啊、哦，学术的学会，哎，这是学术的学会。啊 ，American Nuclear Society，OK，、okay, 迟早我还特别强调一下，还有一些其他学会，我们应该都要参与的立场、啊，扩大参与，能不能？能不能过去的时候维持行政中立、啊？我们当然是行政中立啊，参与经营、这个当然是行政中立的。好，反正主委承诺就好了。说明过可以哦，好，好，来，我们何委员来。不好意思啦，我是五十六案了哈，那其实我删的也不多啊，动的也不多了哈，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最提这个案子最终的目标还是，目的还是像我今天咨询的啊、哦，我希望你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因为你们有这个什么科技学术合作研究计划，那又有发表论文，那又有集结成册，而其中里面有关民生应用的部分啊哈，这个比例不是占的很多，所以我还是强调说，那未来是不是在这个合作研究的计划的成果。我发表的论文，包括哦，现在学界有一些论文的问题啊、哦，你们怎么严格要求论文的一个学术伦理的部分哦？这个你相关的书面报告给我、哦。那还有就在是说，你们集结这些论文之后，研究的成果跟能量怎么样发挥应用在我们的民生的一个层面上面？我觉得这很重要，好不好？这书面报告给我就好了。谢谢，好，谢委员。好，我们就。是五十七案哦，这里面是因为就是我看到这个编列的预算的增加了，可是我没有看到增加的理由是什么，可不可以请解释一下呢？就是五十七案是有关于原子能科学。学术合作的研究计划的部分，然后我们是要办理我们的所谓学术的发表会，所以说我们要编列这笔预算。去没有吗？过去都有编，那为什么这次会增加？因为我们主委来了以后，我们在这个学术发表会之前，我们现在要办两次，一次是对外的，一次是内部的先进行的发表，所以说我们比较慎重一点，所以说我们明年度的预算是有增加一点的。好啊，没关系啊，可以啊，你就帮我看过滤掉。好，我的第五十八案哈，就是说我们这个科技学术的合作研究计划的奖补助费哈，我们并没有知道详细的计划内容，我们要补助的对象是什么，然后每一年其实都是这样，先框了预算，框了预算以后，然后再来找，今年有这些，所以每一年其实目标都不明确了啊，你这个奖补助。做出来的研究计划也没有审慎去考核，也不知道做了这个研究计划做什么用。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很少很认真来思考这个预算到底应该怎么用，所以在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你奖补助的对象以及计划内容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应该要做一些处理啦。那我非常非常客气，真的报告主委哈，冻结500万啊。然后删减263.6万，好，那原列是1700多万嘛，啊，那我这样是留了1000万给你们，好，留1000万给你们用，然后冻结500万，好，看起来合理啦，好，谢主委这一笔真的。先让我今年先做这样子处理，那明年你们如果在奖补助的项目里头，你们送预算出来，你们很清楚的跟我们告诉说 ，OK， 我奖补助这样是什么，那我们再来核实的编列，好不好？好，好了，不用说明了，就这样子了，好。那个是，好，就照黄委员的处理是。黄总，我们简列冻结，简列加冻结了，哈。合理啦，真的啦。减少一点，我尊重那个，对了，可以了，为什么可以了？因为我们来，我了解，我们改进，有没有改进？好不好？没错，不会了，多了给你，像是1000万的，这种哦，那个解冻用提书面说明就可以了。好，好不好？我们干脆嘛，好解冻书面，好不好 ？OK， 好，解冻书面就可以。
不是，那你那个简历还是有吗？对不对？有，简历263万6。对啊，对。对啊，对啊，然后那个，不，那个冻结的500万哦，冻结的500万是用书面报告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就这样子，就这样。OK， 好。好，对于这个科目，大家有什么意见？到58案。那58我们就照黄委员的好不好，就是简列263万6千元，冻结500万，补书面，好不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第59到66，好不好？我们广泛讨论一下。主席，我这59案啊，简列1500万，区域冻结。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吧？现在他这个主要是厨艺嘛，你现在怎么厨艺法？你根本没有地方让他储存槽，根本就没有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厨艺啊。你现在合一厂明年有一个2号机，明年4月15号就要换燃料棒了，竟然就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换，然后2号机就要停摆。核二厂的1号机这个月的月底燃料棒就要换了，可是也没有地方要摆，也没有地方摆换下来的燃料棒，所以1号机也没有办法运转了。那难道我们现在将来的厨艺就把燃料棒绑在炉体里面吗？这就是我们的厨艺吗？我们的储存槽到底在哪里？如果这些都没办法解决，你编的预算做什么厨艺啊？这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厨艺的预算嘛，你根本无法厨艺啊。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给他预算他也没办法用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3减1500万，区域冻结。你说明啊，是3减1500万。好，那接下来都是我的哦。那主要的理由也是跟奶工差不多，就是你们在这个研究清水式反应运转这些的什么什么研发的4年计划里头，还包含了就是厨艺在即的核一厂跟已经废止的龙门电厂，所以这个编列这个预算，像第六十二案。的部分就没有理由再编列啊，而且你们这个委办费编了4431万，那我这里呢62案是减列1000万，那再来就是后面应该理由都是差不多啦，后面理由都是差不多，有没有要解释的？那个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的这边做一个报告哈，谢谢这个蒋委员刚才所关心到的核一厂厨余的问题。那如果这个用过核燃料还在原子炉里面拿不出来，或者是在用过燃料水池里面拿不出来，那核一的厨余呢就没办法进行。的确，如果用过核燃料没办法搬出原子炉或者是燃料池，那一定会影响到厨余计划的进行。那偏偏呢，现在核一厂干式储存计划虽然原能会已经同意可以进行这个事，但是新北市政府截至目前还没有核发它这个水土保持的完工证明。那因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原能会的确也有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说台电核一厂干式储存目前是露天的这个储存方式，民众觉得心里比较不是那么感觉那么的安心，原能会也正式函请了经济部跟台电，在规划核一厂厨余计划的时候啊，干式储存应该朝着室内储存的方式去规划。那台电收到这个公文，目前也在规划当中。那将来如果采用这种室内储存的方式的话，民众应该更能安心一点啊。那也许地方政府啊，同意的这个可能性就会相对的提高。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原能会要求台电应该提出这个集中储存的
这个方案。有关这方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济部也在台电在九月底呢提报到经济部去审查。所以原子炉跟燃料水池里面的燃料棒一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干式储存的设施，不管是在厂内的或者集中储存，这个是会做到不可的。如果做不到的话，的确会影响到核一处理的进行。但原能会呢，一定会竭尽所能来督促经济部跟台电，要把这个厂内的干式储存或者是集中的这个储存呢，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以上。那你现在找不到地方啊？你没有干式储存槽啊？对不对？你高阶的摆在哪里？低阶的摆在哪里？是你今天燃料棒用完了，要换新的燃料棒，你都没有办法换了，没有地方摆要换下来的燃料棒，那何况除役以后这些东西要摆哪里去？难道还是摆在炉体里面吗？如果摆在炉体里面叫做除役吗？我们核一厂107年叫除役嘛，对不对？核二厂是110年，对不对？然后核三厂2025年114年都摆哪里？如果只是停机就叫做除役的话，那根本就不要花钱了嘛，你这边的预算根本没有意义嘛，我只要把电关掉就好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既然是这样讲除役，那就是要真正做到除役嘛。那将来除役来讲，我们的标准到底得到哪里？像有些国家它的除役就是整个核电厂全部拆除掉，根本就没有一个核电设施，然后变成公园，变成什么，对不对？还是说我们原来的核电厂还要继续摆在那边，然后都是放的高阶的那个核废料？如果是到底是要我们叫除役，到底要怎么除法？跟这个不一定要讲清楚啊，不能编预算说我要除役，然后对外讲我2025年非核家园，那到底做得到做不到呢？跟张委员报告，主委要讲，我想请主委。2025非核家园啊，并不是代表核一、核二的除役在进行当中，核三基本上它是停机的，从那时候开始，它就是寿终正寝。那换句话说，也开始执行它的除役的计划。我们除役是有一个时程的。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底钱基本都没有，那我坦白讲，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事呢？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那我们今天要做事，我们当然要提出规划。规划我们当然会遇到阻碍，那阻碍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克服它嘛。那刚才已经讲了，现在全民都还没办法到达公司之前，所以我们才有公众参与平台。而且今天在李慧芬那个李委员在咨询我说，还有那个游委员，有没有游委员在咨询我说，他不是提到吗？有这个民间的这个废核联盟，他们都已经达成一个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决议。那这个相关决议，坦白讲，说实在的，全民的大概基本上的共识应该是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走，那么我们一直都没有进步，就没有任何进展。那你一定要有共识，否则的话，所有的电厂，所有的废料都要我们大家来。现在在哪里？厂址在哪里？没有，我现在回应他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厂址在哪里？我们要透过做嘛。啊。这个厂址的厂址在哪里、啊？有关厂址的问题啊，跟蒋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如果是在厂内的干式储存的话，在核一厂的除役计划里面，它有规已经有具体规划第二期的干式储存。如果是集中式储存的话，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将来那个厂址是核废料的厂址，尤其是高阶的厂址是在核一厂里面，也不是这样子，它是分阶段来哈。在进程的话，除役的计划是在厂内做干式储存，那中期的话呢，它会规划一个集中式储存。集中式储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将来经济部台电会成立一个选址委员会，这个选址委员会包括地方人士，包括这个NGO 等等会参加。你觉得在台湾目前的这种状况找得到地方的？有关集中式储存的这个场所，台电以前对外的说明是打算找一个无人岛或者无人岛来找，但是原能会对这方面具体的表示意见，我们有正式的功能给了经济部，希望在选择未来的这个场址啊，不要自己就限缩在无人岛或准无人岛，而是应该以全台湾的地区，包括台湾，包括所有的离岛，做广泛的去做选址的对象啊。所以这个东西，原能会一定会督促经济部跟台电来做，画个大饼而已嘛。不，
这个是计划一定要去推动的。基本上来讲，当然选址不是原能会，核定是原能会，对不对？可是原能会跟经济部跟台电一定要针对这个部分去怎么去处理去啊，否则的话这个月底就面临到一个机组要换燃料棒，没有地方可以摆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如果我们一直在讲2025飞核家园，大家都有共识2025飞核家园，可是如果到现在为止只是说2025的时候把机组通通停止了，就叫做飞核家园，这哪里是飞核家园嘛？你燃料棒摆在炉体里面比运转还要危险的，比运转还要危险，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好好的讲清楚，对不对？要有方案呢、啊，否则的话你光编的预算没有方案，这个问题讲了好多年了，不是今年第一次讲，那到底要怎么办呢？那这个预算给你，你也不能做嘛。好，不好意思啊，我记得我上次也质询过这个问题。好，我记得就是说那时候就是因为最终储存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所以呢，你那时候告诉我说，2040年的时候，如果说都没有的话，2040年我们要启动集中储存的这个部分嘛。那2040年，那你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到2040当中的时候都是规划，但是我这个部分，我是支持蒋委员的部分，因为对，我跟在座委员报告哈，这个。低放跟高放的最终处置计划里面都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叫做替代应变的计划。在低放最终处置呢，今年跳票嘛，所以我们开发1000万，同时要求台电呢必须在今年年底提报一个这个替代应变方案。这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集中储存的可行性研究，包括这个计划方面。那委员刚才所提到的是高放的这个替代应变的方案，的确，原能会的这个审查通过的高放最终处置计划。的章节里面，这个部分是在2038年要启动。不过，台电现在规划的这个集中储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啊，它已经提前把这个低阶的应变方案跟高阶的应变方案，它集中起来规划在一个方案里面，它叫做放射性废弃物的集中储存应变的方案。这里面包括了低阶的跟高阶的。以上。另外补充一下，因为这个计划我们是做一个研究，那研究内容包括就是我们室内那个未来的室内干储的设施，还有用过燃料池的部分。如果就好那个如同那个蒋委员刚刚所关切的部分，就是说万一拿不出来，我们用过燃料池的部分还要继续做一个研究，然后回答那个就是看那个用过燃料池的安全的部分，然后回答高路委员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计划是4年期的计划，可是过去曾经有做过合一跟龙门的部分，可是在龙门的部分在中途我们就终止掉了。那明年的大概是主要的方向是针对于核三厂的部分，那有少部分的研究是针对核二厂的部分，这样补充说明。报告乃公，我想乃公讲得很清楚，乃公的用意无非是说不想看到我们的飞核家园，只是尤其包括核一核二的厨艺只是看到停机就这么简单，而是说他希望敦促我们要做就认真做到到位，包括第一阶段的在厂内储存跟第二阶段你们去找出集中储存厂的这些东西都要具体的作为，而且要能够到位看到清楚的计划，而不是画了大饼结果只是最简单的那个 turn off 的这个。那我非常同意乃公的这个要求，甚至他讲国外的经验啊，如果说你整个是厨艺是那个厂址是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有利于地方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其实我都同意，但是我也是要跟乃公就是在说明，就是因为他们要达到您这样子的敦敦的要求，如果你这个预算你把它砍了1500，其他冻结，那完全你刚刚期待他们去做的这些东西就不可能被执行，不可能被实现，那就真的如果这个被冻结而且被减列，结果真的就逼得他们只是好合一合二的厨艺就是 turn off 而已，我想这也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乃公的原意，绝对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请乃公这部分，如果您认为他的这个积极度寻址的东西作为需要有更详尽的说明，我同意这个预算是冻结一部分，但是让他们提出书面报告，然后逼迫他们一定要去做这样积极性的作为，好不好？乃公，我真的是拜托丽娜，台寮跟其他冻结就等于就 turn off 而已啦，其他都不可能了啦。预算给他们，
对，也没有答案，没有啦，预算给他们也是一样，要预算给跟预算不给都是一样的，没有，因为你厂址没有定案，你根本无法做研究，他们要去选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做研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第一阶段摆在核一厂，摆在核二厂，周边的新北市的民众会接受吗？你们不要太理想化了，如果到了时候他们不接受你怎么办？确实是有困难，所以要去克服。我们老早就应该在讲这个，说起来从我进立法院开始就一直在谈到选址的问题，你再改回来啊。对的，我进立法院审了六年的预算，讲了六年也没有结果啊，可是这六年的钱还是照样给你们啦，没有结果啊，还是一样，还是回到原点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一定要重视嘛。如何能够重视？预算给了他根本就不重视嘛，预算不给他才会重视嘛。过去的人不重视，真的要打一百下大板。他会重视嘛？他们今年再不重视，试试看，明年我跟奶工一起砍。否则的话，你今天我说出来，我敢讲了，我今天预算通过给你，你明在这106年，你选址就选好了吗？不可能的事嘛。你如果这个终端的这个处置厂你不确定，你高阶的不确定，你低阶的不确定，你要摆哪里？而且你没有研究，你电厂你除役的时候，你就会制造多少出多少高阶的废料以及低阶的废料。我跟除了现在现有的废料之外，你在除役的当中，你会产生多少高阶跟低阶的废料？的确，这个蒋委员刚才所提到的有关核废料的问题的这个储存了、是高度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不管是低阶、高阶核废料的储存哦，不是只有这个选址的问题啊。选址呢，它是经济部台电的努力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安全的主管机关哈。它的技术层面，它的法规的层面呢，一定是走在问题前面的。针对将来的这个第二期的干式储存，它从这个露天的要改成室内的储存，我们在管制规范方面，我们在技术的研究方面，它的热存方面，安全管制单位哈，它的技术一定也是要与时俱进的，针对未来问题啊，自己要累积这方面的能量，否则将来是审查不动的啊，甚至于。集中式储存的这个层面来讲，选址是一回事，经济部努力要去台电，要去努力的。但是原能会也不能说等到他选择厂址选择出来之后呢，我们自己才对这方面的技术才开始去进行了解，才开始奠定相关的管制的规范。无论如何呢，就是原能会它虽然是一个安全监督单位，但是我们毕竟也是要累积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力的，啊，或者。将来的面对问题啊，反而我们呢在管制方面呢，会跟不上的，所以我还是要恳求拜托在座委员哈，让原能会能够累积针对未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先累积好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能力，所以还是要拜托委员给我们支持，谢谢。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哈，我更不敢同意你了，因为核一厂107年除役不是今天才决定的。几年前就知道了，所以你在几年前就知道107年要面对除役的问题，就是相关法规、相关的措施，你在几年这几年当中就应该要做啊。怎么说到106年的预算我才来做这些事呢？是每年都。你这样讲的话，我不是不是无法接受啊。跟委员报告一下，我的表达哈不是那么的好，这个很抱歉。但是的确呢，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些都是崭新的问题，啊，以这个。干式储存来讲，虽然这个户外露天的储存，我们原能会累积了相当多的技术，我们的审查同意，同意它自行热缩室等等。但是呢，因为民众不安心，所以地方政府截至目前没有同意。那我们现在如果要 朝向说，要求你再讲一次，地方政府没有同意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你再讲一次。一个完工执照不给你，一个
那个动一个使用执照没有给你，一个动工执照没有给你，对啊，那个、两个都没有。水保啦，水保也是还是也是问题啦。对，其实所以厨艺的技术根本不是问题了，世界各国厨艺的多少个核电厂，那个还有什么问题？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厂址选址厂址在哪里才是重要的？那个核电厂的厨艺哈，跟委员报告一下，它跟一般的这个工厂哈的拆除完全不一样。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两天我们才邀请了日本11个学者专家来做这个台日核电厂厨艺技术的交流研讨会。日本现在有4个核电厂正在拆除当中，他们还是走在我们的前面的，所以甚至包括因为日本也没有高阶的这核废料处置厂，所以他在厨艺的规划里面呢，用过核燃料，它也是放在厨艺之后，会在长期里面呢放一阵子的。厨艺的技术呢，坦白跟各位报告，我们恩农会，我们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现在也是在累积我们的技术能量当中。哦，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呢做研究发展的工作，我还是要拜托委员呢给我们支持，谢谢。乃公借我一分钟了，好不好？哎，是吗？好啊。啊，谢谢啊，嘉宾，我先讲一下哈。我想这个是有关这个核电厂核安的强化一个研究，是一个研究经费了啊，这第一点哦。那研究经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给，为什么？也是希望像刚刚局长你讲的，就是说要累积这个研究的能量。而这个研究的能量，但是呢，我们各位在场的不分党派的立法委员所要求是，你研究的能量是不是足以？事实适当，而且是严格的去要求核能安全。哦，我想这个前后的因果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愿意支持你这个预算，但是你也必须要说服我们，包括蒋委员在内哦，就是说你们累积了这些核安的相关的学术能量之后，包括我相信不管是核一核二，哪一个核能发电厂要除役，除役也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就是。一套东西，我相信在那一套东西里面有上千上万个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细节在里面，那每一个细节都是需要高度的一个核安的一个研究能量来确保安全哦，而且能够让人民信心。但是我们今天是在于是说，你要再跟我们说清楚，我们每年给你们这些研究能量的一个经费，那每年你们怎么样与时俱进的去强化你们的这个核安的一个学术哦，那这个安全的部分，人民怎么样对你们有信心？我觉得你回答要有重点啦，哦，你重点讲好清楚啦，哈、哦。那包括选址的问题，确实也不是在原能会，是在经济部跟台电。但是选址能不能成，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意见啦，哦。我相信我嘛无希望伫台中啦，哈，你嘛无希望伫个桃园啦，哈，啊。台北的也无希望伫个新北市啦，我想这个是将心比心啦，人之常情啦。但是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刚刚讲要讲清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选址之前啊，还有很多的核能安全是需要去研究，是需要去让我们跟得上国际，甚至还能够超越国际。能不能超越日本我也不晓得，能不能超越国际我不晓得。但是是你们要给我们有信心，人民要对你们有信心。好不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就好了。我印象中上一届我们在讲这个干式储存的时候，不管是室内户外，我印象中在台湾第一次要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原能会也在告诉我说，我们正在累积我们的那个能量，那各项的检测标准，各项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模式，你们给我过一本厚厚的一本书了哈，这表示你们在累积你们的研究能量，还有你们管制核安的一个能力啦。是不是？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上千上万项细节跟环环相扣的一个核安的技术，是需要我们经费去支持他们研究啦哦。所以我是建议酌动啦，好，动多少大家可以来讨论啦哈，但是不要删啦，好，谢谢。我们今天中午到12点，然后下午2点继续开会哦。先跟大家报告，之前有宣布过，来，钟委员第一次发言。来，钟委员第一次发言。我比较简短啦，我因为我现在是在场，我是新北市的嘛，哈，就是对，所以新北市的话，有相当多的我们的这个核电厂都在我们的这个范围守备范围里面，那所以当然对这个厨艺也是非常的关切。
好、哦，那所以其实我虽然在这个段落这边哦，五十九不是我的案子，不过其实后面77和89其实都是基于同样的概念，就是我们都是非常的重视厨艺这件事情，然后希望有更好的研究能量，希望有更好的法规，可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够，所以我们才提案。那我相信蒋委员其实这边也是完全一样的心情，所以我赞成刚刚这个完全 follow 刚刚何委员的说法，就是大家同样的心情。所以我这边其实我可以先跳讲啊，77和89我都是同样的，我是当时是全数冻结，不过如果大家愿意可以有进一步的说明报告，那我也是采取酌动的方式表示态度即可，谢谢。好，钟委员嘉宾，我想除了新北之外，屏东也有核电厂，所以你比较倒霉，你这个娘家这边跟夫家这边都在核电厂的笼罩范围内啊。我想刚刚苏委员说的没错哈、哦，那我也觉得蒋委员说的，因为他是资深委员，他也看了6年，这笔预算编了6年。到底成果在哪里？那当然了，可能包括何委员、苏委员，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些钱使用了6年，但是很明确的，核电厂要除役、要非核家园，却是在今年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目标，是都有共识，包括在场的每位不分党派的委员。那过去这6年这笔预算执行的成果，在核电厂除役做好了多少准备，的确是需要一个专案报告了。那我们冻结的目的是希望。可能我主张不予检列，但是冻结多少，目的是希望在执行之前，让我们看看过去这6年你们研发的成果为何。那我们也可以让相对的民间专家来看一看，啊、哦，原能会这些钱花了6年呢，到底对于核电厂除役做了多少进展？不然的话，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就有个笑话说，有个老医师啊，他看个老病患，胃病始终治不好，他的儿子拿了医学院的学士回来之后，他一帖药就治好了。那老医师说，跟老医师说你医术不好。老医师说，儿子啊，如果不是这个老病患呢、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念到医学院啊，没有学费缴啊。对啊。那这6年我们缴了这么多学费，那是不是总是该医学院毕业可以来行医啊？可以给我们一帖药，可以根除啊？不要这个病没办法根除，一年一年的跟我们拿看病的钱去栽培儿子念医学院啊。大概了解我的意思吧，我们要看到成果了嘛？你看6年了嘛，医学院也不过念7年嘛，至少你明年要执行预算前，我们先冻结，让我们看看你的成果在哪里，好不好？好，酌动。补充一下啊，因为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医生，别无选择，我们这边也只有一个原能会，别无选择，所以你吃定我们嘛，对不对？好，我们就先休息，下午2点再来谈好了。好，谢谢。这个不处理哦。这不结束，还是要做决定的。